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即将开始。Yeah. OK， 好，那我们台后面的好朋友们可以往前喽，往前喽。我们那个史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 TPP Family 的开场表演即将开始，所以我们请后面的好朋友来往前，往前。就快就快，进来进来看啊！表演要准备开始了。台湾民众党 TPP Family 表演呐！好哇，今天很开心哦。我们因为李敏蔚他算是我们民众党非常非常年轻有为的区域立委，所以这一次主持也交给年轻人来开场，让我有这个机会。对，来这边支持李敏蔚，对，真的很有荣幸。来、啊，你大笑脸哎，你几岁？你几岁？我才21岁。听说今天是你第一天出道啊？对，主持的第一天出道。对。哇，那非常开心，没关系，我也没有大你，只有26。好，那好，那我们李敏蔚啊，永远18岁。好，来，我们活动即将开始了，大家可以往前面往前。先来分享一下活动开始之前，你来讲一下你们这舞队什么时候，这个团体什么时候成军的啊？大概3个月前吧。3个月前，哇，3个月前，你们现在的演出场次比那个森林之王还多啊？对，差不多。那你们这个团体啊，怎么样的海选出来？我真的也蛮好奇的。海选出来其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去各地找那种各街舞好手，然后就这样聚集过来。所以我每个人都天赋异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那你自己的长处是哪边？哪边比较长？不是长处。我就是跳地板动作啊。哦，地板动作。好，所以来，那你也让你来 cue 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和声。和声，好，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看和声来跳地板动作了。那你们今天准备了几首的歌曲？两首歌嘛，对。好 ，OK。那等一下那个现场的伙伴，如果你们觉得 OK 了，就跟我讲一下，然后我就让他们开始跳了。OK 了吗？好，那这一首歌，可是你也要跳嘛，对不对？对。还你要边跳边主持。对，唱跳歌手啊，唱跳歌手啊，好，你共的，好，没有了，开玩笑。好，那所以接下来是需要我来帮你们主持吗？对。那你要先跟我介绍完一次，我才有办法帮你主持嘛。介绍完一次啊。哎，等一下你们跳第一首是什么歌？什么？四大运哦，就是那个我们全世界都在看的四大运的那一首歌，然后我们用四大运这首歌做成舞蹈。对。哦，哇，所以第一首四大运，第二首呢？第二首就是比较 hip hop old school 的音乐， hip hop old school 的音乐，所以我可以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就说帅酷哦，帅酷，然后虎克帅耶，对 ，OK 好 ，OK，Come on，Let's go，Let's go， 好 ，OK 好，那你先到现在，我来帮你们介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现在呢，请用我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TTP 非为你带来的四大运舞蹈歌曲。张开你的双手，让我拥抱你。
起，拍子打起来。哦，这一个太厉害了，来 来，哎，还有，哇，好信件的一波，哦，这一首是富有我们 hip hop 又酷炫的一波啦。Straight from the cellar, Varela. Pack your more hits than Lupinella. Swella, nigga in his eye. If he test me, you don't impress me. And your books kick the rest, G. Hey, yo, what up? It's you bringing the ruckus, no doubt. We's the roughest dreams. Ain't raining cream like a cup. It's getting thuggish. Can't touch the ball. 高难度地板动作. So say yes, a bunch of caliber. When I pop shit and rock shit like Metallica. Yeah, chicks do the hearts of them snake fake niggas. Some all up in my face, jealous of my fake niggas. Shake your fingers, yeah, show me what you got.哇，电流电流！哇，这臂力太强了。来，谢谢我们的 TTP Family。啊，掌声，掌声，掌声不间断。哎，结果我以为还有一首哎，哈哈。好，我们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北车还有另外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他们现在要预约，他们都一年前预定哦。虽然他们曾经三个月，哎，这个逻辑奇怪。好 ，OK， 那非常感谢我们 TTP Family 演出之后呢，啊，我们为了等一下要迎接我们的今天的女主角李敏蔚委员呢，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台湾民众党海选的不分区委员来跟大家一起加油勉励一下。然后我们用掌声，首先欢迎我们的台湾民众党不分区委员张启禄委员、邱成元委员、陈婉辉委员，来，我们一起上台，一起上台，来，麦克风，麦克，哎，这边麦克风，哦，在后面，后面，好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进行表定时间哦。那我们其实呢，每一个委员呢，都看到李敏蔚的专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么重要的这个选前胜选之夜的前夕呢，我们来到了三重，要给我们李敏蔚加油打气，大家说好不好？好，那首先呢，我先邀请这一位呢，他是我们这一次呢本次部分区海选当中男生男主角第一名哦，人称叶恩张问。为什么叫张问呢？我们的部分区我们有那个政党辩论的这个辩论上比赛跟活动啦，十一个政党里面，他代表我们民众党拿下了 MVP， 一个打十个，掌声欢迎我们的张启禄教授，掌声欢迎，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哈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边哈，就是为我们闽卫哈来加油哈。我想哈，其实很简单哈，我只想讲一件事哈，就是说我们仔细想一想哈，立法委员选进国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各位，我们立法委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立法、监督预算，还有做选民服务，对不对？对。对。好，那我们要不要选一个其实可能从来没有到立法院待过的人呢？还是说我们去选一个这个现在在选区我们也常常找不到的委员呢？绝对不会哈，我们现在只要看到闽卫我们就知道哈，只要她是我们三重的女儿，只要她进了立法院，她进了国会，她一定都能够服务我们的乡亲，她一定都会在立法院坚守岗位，绝对不会被公都盟评比为哈从来没有质询过的立委，也绝对不会在地的乡亲中找不到我们的立法委员。好，只要我们集中我们的选票支持我们闽卫哈，我相信她就是我们三重的女儿，就会是我们三重最好的立委。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请我们张教授。好，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办了一个全台大众走的活动，我们从花莲走到了台东，走到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彰化、云林、台中，然后一直走到桃园、宜兰、基隆。那这一位呢，是我们台湾全台大众走的大队长，也是我们的部分区台商代表，我们的张成远，邱成远，邱委员。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各位山电波的乡亲时代，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感谢大家，真的真欢喜，会当来遮甲咱的闽卫吼来做讲吼。啊，咱都知影闽卫因爸爸啊，甲因的迄、那个姐姐阿公吼，拢长期伫沙田埔服务吼。咱知影吼，咱闽卫是咱沙田埔的查某囝。啊，其实吼，咱即届吼，爱互立法院吼，互少年一寡机会吼，互专业入去国会。其实上了解沙田埔的，就是咱闽卫因吼，啊因爸爸吼。这个旅店嘛，伫地方服务足久诶，咱也希望讲吼，即届一定爱甲咱诶少年，互伊一个支持，咱互咱立民立法院为大家沙田埔诶乡亲来服务吼。啊，咱即马来化解，咱沙田埔票爱当号几号？四号。四号。来，李敏伟，动帅。李敏伟，动帅。敏伟，敏伟，敏伟。动算动算动算，来吼！明仔载票一个啊，等落啊，政党票啊，嘛爱记你等十五号台湾民众党，感谢。谢谢哦。谢谢。好，我们刚刚上来这一位呢，是我们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吴欣盈。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陈婉慧哦，陈婉慧我要好好介绍一下，她是我们这次也是海选，然后排在第九的，人家称为的 NGO 女王林。我们的陈婉慧一直还在。哦，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婉慧哈。我已经从事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二十几年哈。那今天到闽卫这边来，当然是要帮闽卫做加油。然后我发现哈，闽卫他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就跟着这个阿公啊跟阿爸哈，在这个地方在做服务哈，所以我发现他关心的不是只有青年哦，还有关心老人，然后有关心妇女，然后关心我们的儿童这样子哈。所以呢，一个在地的女儿，我们一定要给他支持，让他也可以进到国会去哈。我希望未来可以在国会里面一起跟闽卫做同事哈，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上面哈，可以来为大家做努力哈。那我这几天其实一直看闽卫哈，因为套炸就炸哈，天也未光就出去打靠来拜票啊哈。咱沙田埔的迄个朋友，咱一定要支持咱闽卫啊哈，咱在地的查囝。咱在地人就一定要支持咱三重的查囝，大家讲呢好不好嘞？好，那我们明天呢，哈，就一定要把票，好，立委投四号，政党票投十五号，好，让我们可以这些年轻的这个心血可以进到国会里面，哈，为大家做服务，谢谢。好，谢谢我们婉慧。好，接下来邀请的这一位就是民众党，大家都看起来我们长得很像，我姐姐啦。好，我们的吴欣盈，来，我们星光集团，我们的公益资金会的执行长吴欣盈，掌声鼓励。这音效比较厉害一点。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吴欣盈，第七号不分区的候选人，非常高兴又再次帮闽卫这边来站台哦。那我觉得说，其实选民呢眼睛是雪亮的，那一个行政哦，大家能可以维护大家权益跟福利为打拼的哦，都是闽卫啦。那大家嘛知影闽卫嘛是为
基层做开始走哈，那一步一脚印呢，他有许多一些政见，那一些规划还有蓝图，他表现相当相当的出色。那我希望讲在少年人跟民委赶快了，三重的查某囝啊，大家一定爱该栽培该多多积极啦哈。那就希望说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喊，就是说我们讲民委好不好？那我们就讲民委讲三次，讲动算好吗 ？OK， 好。民委动算，民委动算，民委动算。那还有大家，我们明天要投票的时候，要投政党几号呢？政党票十五号，十五号啊，林敏蔚四号。对，所以除此以外，我希望说大家也可以给民众党一个机会，一起超越蓝绿，一起改革政党。那所以让我们提名的这些不分区立委呢，也有机会进国院，好吗？所以麻烦您大家，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喊那个民众党的口号，好吗 ？OK OK。哦，我以为你要喊，好，那我来喊一下。来，台湾的选择，柯文哲；政党的选择，民众党；民众党，民众党，民众党，加加加！好，刚刚我们都 cue 到了柯文哲之后呢，谢谢，我要借用大家双手以及尖叫声，欢迎我们的民众党党长及柯文哲，以及我们三重的女儿李敏蔚上台，来，我们热烈欢迎。来。咱各位沙田埔的乡亲哦，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日来这个所在，当然上重要的代志吼，就是要推荐哦，咱第四号，你知吼，李敏蔚吼。我相信这是咱沙田埔的查某囝吼。我来讲哦，政治其实足简单的来，你知吼。有人讲，你做台北市长哦，五年会使赢570亿，你知吼？到底是安怎做？我讲哦，足简单的。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安得好。啊，有人讲，感觉简单。我讲哦，问题就是现在，即摆政府定定吼，对的事情不做，你知？不对的事情一直做，还佫足平淡的。啊，所以哦，其实政治无啊困难啦吼，找一个正常的人哦，啊，认真拍拼，安得会使。啊，所以哦，为什么我加推荐这李敏蔚呢？吼，这过去这几个月半年来吼，我佮伊接触的经验哦，伊少年有活力，认真拍拼，而且哦。袂讲找一般的少年人讲安尼娇娇哩，伊拢做事很稳重。我相信交伊吼，伫爸爸边啊吼，大学毕业了后，伫爸爸旁边哦帮忙工作吼，有差不多啊八九年咯吼，我现在就做官的。所以其实哦，即个已经是要进立法院哦，绝对不会是说生疏的，这个相当有经验。所以哦，年轻有活力，啊个怎样啦哦？立委分两种，一种是不分区的吼。这个是在处理这个国家的政策，还有一种叫区域立委哈，伊是咧处理哈，咧地方咧服务的，所以做一个立委吼，上重要吼，要在地化，什么意思？你知？无伊嘛住伫个遮，啊看会到人，啊个拜托拢会使，所以讲到伫这遮咧做立委的吼，根本就无住伫个所在，你知吼？啊要找也找无人，你知吼？甚至叫公都门讲，啊这几年烫天，你知吼？你立法院也无咧咨询。你去当立法委员都没有在，都无去咧执行，你是咧变下棒。所以我听讲哦，认真拍拼吼，啊叫得到看得到，那是上重要。所以用这个标准，你知吼，李敏蔚是最适当的人选，看得到，叫得到吼，啊好用好拜托。啊，搁咱在地查某囝，你知吼，啊所以搁刚才讲哦，既然是要选三重区的立委吼，当然是要选三重人嘛，你来去选一个隔壁来的嘛，这嘛没有道理。人家说哦。欸，我跟你讲哦，我安尼专心走透透，你知影吼？我等于新竹市时阵哦，无免动员嘛，足侪人。为什么？因为我是新竹人，所以搁看呐吼，阮新竹的乡亲，你知影吼？嘛讲柯文哲在新竹哦，大家较欢迎。啊，所以吼，在座各位迄个沙田埔的乡亲哦，我讲啦吼，沙田埔的查某囝哦，五万大家吼，较虔诚的。所以搁较按闹，你知影吼？这票吼，既然要选三重区的这立委吼，当然嘛是在选咱沙田埔的人哦。第一个在地的所吼，为祖先几落代安落来吼，啊，也毋是讲伊七代才开始做，但因咱咧几落阿公开始，你知爸爸吼，甲伊啊拢伫地方咧服务，啊嘛住伫这所在出世，啊伫这所在长大，啊搁嘛住伫这所在，啊所以吼，我下边搁加讲伤侪，你知影吼？我希望咱在座各位吼，沙田埔的乡亲哦。支持在地的女儿，沙田埔的查某囝李敏蔚啊吼，
以外哦，我相信哦，我是甲看半年啦。我相信恁在座足多哦，我甲看，反正我小时候看到现在，你知道。所以哦，他绝对是一个可靠的人。啊，就是讲哦，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啦吼，投咱家己三零八的查某囝。啊，政党票哦，我当然是拜托恁哦，投迄十五号吼，迄上顶上长迄张票哦，转十五号啦。迄个台湾民众党，其实哦。我们立法院、哦、大概、哦、三个主张啦，头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啦。其实只要公开透明哦，政府哦奇奇怪怪代志都无去。我对台北市长哦，台北市的贪污很明显就减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公开透明了。所以阮那边标案哦，评审委员事先的公开的，底下嘛公开，啊，从一切哦要会议记录档的公开。其实哦，只要公开，你知道哦，奇奇怪怪代志都无去。所以吼、哦，阮若进立法院、哦、我们要求说、哦、除非是违反个资法，你知道吼、哦，不然、哦、政府的资料吼、哦，也是公开的公开，越公开越透明哦，弊案就越少，就头一条吼、哦，就是公开透明。佮第二项哦，就是哦财政纪律。其实台湾的公司哦，95%专门赚钱，你公司也无赚钱就倒去了，敢是？但是为什么咱台湾的政府，你知道？不管是各县市的政府啦，还是中央政府吼、哦。差不多全了钱诶，奇怪，大家都逐年甲年底算着欠钱诶，即就是现在怎再留子孙呢？所以我听讲哦，政治无遐困难，你知道？良心嘛，你啦，咱袂使甲后一代钱用去，你知吼？所以这财政纪律的精神就是讲，我们要永远想着吼，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啊，其实哦，政治无困难啦，良心嘛，你啊，啊，最后吼、哦，国家治理，其实哦，已经进入这2020年，你知道吼？还是要理性、务实、科学、数据，照这科学的方法来做啦。其实哦，咱若照步来，你知道，其实国家无啊糟糕啦。所以哦，我们进立法院哦，大概三个主张，你知道，公开透明哦啊，财政纪律哦啊，国家治理安得好。啊嘛，希望讲哦，大家继续打拼，你知道哦，这大家哦认真打拼救台湾，你知道哦，啊相信希望啦吼。台湾因为有咱遮的人，你知道，大家都每天进步一点，你知道，合起来就变成台湾的最大进步。啊，所以哦，在这个所在哦，最后嘛是要拜托咱沙丁堡的乡亲，你知道哦，支持咱在地查某囝哦，沙丁堡的女儿哦，李敏蔚，你知道哦，好，这个少年哦，有一个机会哦，啊去立法院。啊，我哦，我以我对他观察半年哦，这我就有想，我就有自信的，他绝对是一个。认真打拼的立法委员，绝对哦，找到看会到，爱就带你家，你知哦。所以哦，一定是找得到，啊，佫好拜托你知哦。伊做代志就勤快，所以咱咱卖去选一个立法委员，讲也无带你家，你知？要找也找无人，啊，是要创啥个？哦，啊，所以哦，其他我话变成假讲啦吼。大家拢既然恁会来遮吼，都是道义咯，你知哦。但是上重要是哦，会拜托个，邓启修，对吧？在楼顶楼卡，你知啊？厝边朋友吼，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吼，小吹一下，你知吼？我相信啊吼，只要在座的各位，你知啊，等一下小甲斗小 Q 一下吼，应该他会赢的哦。这个啊，我也相信哦。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我们不是随便去推荐人的，我们还是有比较过的。我还是相信哦，相对于其他的候选人，他是比较好的。所以让台湾的现在。如来如好嘛，咱大行有选择的时候，咱都选较好诶，选较好诶，啊，就安尼慢慢台湾就如来如进步，安就好了。所以哦，最后请支持三零八的查某囝哦，啊，各位乡亲等伊哦，楼顶楼卡吼，朋友八十亲戚五十，小招呼就拜托者安尼，好，多谢，拜托拜托拜托，谢谢我们党主席，我们来喊相一下，李敏蔚。动算，李敏蔚，动算，李敏蔚，动算，敏蔚，敏蔚，敏蔚，动算，动算，动算。好，接下来用掌声跟欢呼欢迎我们李敏蔚。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主席哈，跟我们台上所有的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阿兰大咖，最最里长，最最咱独细汉看阿大汉的哈，阿兰的阿姐阿姨啊，各位各位少年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是李敏蔚哈，我是敏蔚啊，真感谢伫个拜五吼，伫个较早的时间吼，啊有足侪人来到现场啊，伫遮先大家感谢，过来咧，当然爱甲各位是大拜托。为我参选到今嘛，讲实在，明伟唔捌后悔啦。
为什么不后悔呢？因为我目标我就确定的，因为我知道这一战是为了我们三重而战，我知道这一战是为了我们青壮世代而战。因为十二年来大家看到我们的立委其实真的都没带我们三零八家，我们都被政党绑架了，不论哪一个政党长长久以来都让我们的进动来绑架了。那我们真的希望说可以从我们这一个世代开始，为今天为这边开始，为明仔投票里开始。明慧来参选，其实讲真的也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我的爸爸妈妈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所谓压力其实都来自于真的是因为我们三零八人真的被割清了。只要在这样子的抉择之中，只要在这样子的困顿之中，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犹豫不决，到底是我们要是听党的呢，还是我们要挺在地的呢？其实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不能说在地，因为我们三零八真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多元，除了有云林来的，有嘉义来的，有南投来的，有彰化来的，还有台南来的，甚至我的妈妈也是高雄美浓的客人。那真的会觉得说，我们在一个身处一个三重这么多元文化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不能够自己做主自己自觉呢？所以呢，明慧这边来参算，除了为参算开始，我很坚定，我很坚持，从一开始大家真的不问啊，谁是李明慧啊，啊谁是李明慧啊，到了后啊，原来是李一定一万的查某囝，到最后甚至跟我今麦去行菜市场，伫咧骑车顶吉普车顶管，甲大家拜托，大家讲啊，迄是第四号明慧啦，迄是慧慧啦。讲实在，真正感受到足多足多咱三零八人的温暖。那么，马西亚迪加噶各位拜托，这一次的选举其实遭受到非常非常的压力，包括阮给下晡吼，阮主席这边陪我啊，为车队来伫咧扫街，其实拄到少侪少侪少侪咱的三零八的市民，因为伫咧看，伊伫咧想，到底阮马爹想讲，他们是不是还在觉得到底要投谁？说实在的。现在三重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大家心内无一定，可能阁还没有确定说到底要投啥人。啊，毋过明慧伫遮甲大家请求、甲拜托，一定爱明仔载，一定爱将你手中神圣的一票投予登记第四号的明慧，因为明慧甲大家同款是住伫咧三零八家，因为明慧甲大家同款是生活伫咧咱三零八家，因为明慧甲你大家同款，目睭背景看到的是咱的三零八。在外面打拼，在外面吃头了后回来也是我们温暖的三零八，三零八是我永远不变的一个家。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可能对于这里是一个责任，可能对于这里是一个包袱，对我来说三零八就是我的家。我们在座所有的乡亲时代少年朋友都是我自己的阿姨阿姐，都是我自己的大哥大姐 兄弟姐妹，真的希望说，虽然说我们真的没这么多的资源，甚至说在网络在媒体真的让人骂哦，但是明慧认为说一定一定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不要去跟我们进那些有的没的，因为时代在变迁，我们市民的想法也在变迁，我们在改变，在改变一个让改变成真的事情，让我们台湾，让我们三重是可以去倾向于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这样子的共融社会，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也愿意去做。说实在的，我们这次 参选之后才发现，其实真的很多很多的人其实跟少年朋友跟我有同样的想法，他跟我同样的想法说，对啊，为什么我们三零八好像政治议员他们很久来去投票的，那为什么礼物的部分就分在青菜啦，都是这样。但是呢，我现在我在拜票的中间，包括我扫街的时候，每一日每一日走透透，一双一双手给人握手给人拜托，真的是跟人家说真的一定一定爱出来投票，不要认为政治离我们很远，你如果不去，你如果不去认真的跟政治认识，你就真的会被统治，会变成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生活每天在做什么。然
那我希望说，咱各位乡亲士大，咱在座的里长也好，大哥大姐也好，各位爸爸妈妈也好，真正因暗回去恁的恁的厝了哦，可以冷静的、认真的思考一下，什么款的礼物是真正对咱三零八有帮助的？什么款的礼物是真正对咱的台湾有帮助的？什么款的礼物是真正会晓做代志，真正会当替咱三零八去推动咱应该爱有的政策也好，福利也好。明威在这边还是自我推荐一下，明威因为少年，所以阮敢冲敢拼，嘛愿意做代志，嘛肯做代志。明威因为少年，所以咧，我有能力，我有体力，我有精力，我更有执行力，更有魄力。那希望望着明仔载吼，咱各位时段，咱各位少年朋友，会当将你手中新鲜的支票，投予登记第四号的李明威，让明威会当入去立法院，真真正正的替咱三零八来做代志，真真正正的替咱三零八人服务，绝对是找得到、看得到的服务。唔忙大家来看心，从最后的几天，最后的不到24小时的时间，真正替大家请求加拜托，真正爱将你手中新鲜的支票，投予真正会替大家做代志，确确实实会晓做代志，肯做代志，愿意。做代志的三零八的主路李明威，明威少年，所以拜托，给少年一遍机会，给咱三零八人一遍机会，嘛，给明威一遍机会，唔忙来感谢，唔忙大家来关心。最后一鞠躬，再一次给大家请求加拜托，感谢大家，谢谢。让少年的明威，让三重变少年，三重的选择李明威，三重的选择李明威。明威，明威，明威，动算，动算，动算，谢谢。好，来，我们感谢主席和明威，还有我们的不分区。那现在呢？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影片要播放嘛，对不对？那个明威的影片要播放。好，所以呢，现在呢，就请那个工作人员，我们来放影片。明威，我是李明威。明威从小在三重长大，过去担任艺人助理9年。我是李明威。明威从小在三重长大，过去担任艺人助理9年，熟知地方大小事务，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为三重服务。三重地区医疗资源稍显不足，而三重的人口数38.6万，却只有一间区域医院与3间地区医院，民众看诊只需要往返台北市就诊。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扩建三重的联合医院，增设病床数，增设地区医院，让三重的乡亲也能就近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要实现居住正义，就必须了解民间居住的需求与扩大住屋供给。要扩大政府住屋供给，除了自建自筹社会住宅，还可以直接和民间购买，以减轻财政负担。透过完善的租金补贴制度，区隔租赁与购买市场，让市民住得起、住得安心，且不用担心租赁年限，才能为更好的自己打拼。透过专法强化居家托育服务，落实公共保姆为主、公共托育中心为辅的原则，广设公共化幼儿园，纳入更多私立幼儿园作为公共托育，增加幼儿入园的机会。最后，再透过容积奖励的方式，广设亲子空间，让每个社区都能成为孩子的新乐园。未来，我想要争取中央补助6都的外语师资，提升我们新北市孩子的双语能力，真正落实双语国家计划。请支持台湾民众党。支持新北市三重区立委候选人李敏蔚，青年参政，为民发声，让台湾重开机。各位乡亲，大家好。啊、来，咱大家先来热身一下吼，真歹势，因为拄只咱魏魏要赶去台北，啊，佮有咱市长吼，啊，咱主席要赶去台北的竞选总部，啊，所以讲呢，啊，时间有一点仔赶，啊，咱点歌吼去扫街，
过一困啊，就会回来哈。啊，伫这个中呢，啊，书记阿元先甲大家报告哈。阴暗会使讲非常的关键。啊，这摆的选举，予大家这样的支持，啊，这样的拍拼，过无几点钟吼，到十点，整个所有的竞选活动做一大路。希望咱大家一定爱记哩，坚持咱本来的想法，支持咱登记第四号李敏伟、魏伟、马拉仔，会记哩大家回去爱卡电话、爱催票吼，啊，一个卡予十个。咱三联堡乡亲火热兄弟吼，诶，咱即区敢若有103里吼，103里，啊，咱大家吼用最大的热情，赶紧的去甲咱的亲戚朋友催出来。较等下，阿等下去西街转来吼，啊，则由伊来甲大家来开讲吼。啊，即卖拄有即个浪芳，啊，拄啊大家啊，拄啊来食饭，拄食煞吼，我来邀请到咱一位小陈立龙先生吼，来甲咱赞助。阴暗节目的光彩，来先来献唱两三首歌，等下再过来，来请大家用热烈的鼓声，欢迎咱的小陈立龙先生怀念的乡土情，谢谢。所以咱是沙田包养金时代，大家阿曼，大家好。叫着我，叫我回故乡啊！我真想你，故乡的人有情有义，也无来将我袂记。等着我，等我回故乡啊，我最爱你。故乡的人有情有义，也无来将我袂记。亲爱的妈妈，流出着血汗，又是我这呢大，一定会期待我会当成功，陪伴你来生活。等着我，等我回去故乡啊，我真想你。厝外的人心情空虚，也无来将我袂记。等着我，等我回去故乡啊，我最爱你。故乡的人有情有义，也无来将我袂记。等着我，等我回去故乡啊，我最爱你。厝外的人心情空虚，也无来将我袂记。亲爱的妈妈，流出着血汗，伊是我这呢大，一定会期待我会当陪伴你身边来生活。等着我，等我回去故乡啊，我最爱你。故乡的人有情有义，也无来将我袂记。
哎，谢谢。哎，咱所有三零八，咱在所有的乡亲士大好厝边，大家晚安，大家好。哎，大家好，哎，小弟自我介绍，小弟叫做小陈一龙，哦，啊，那么就是咱过去咱九国歌王陈一龙的接班人，哈，哦，啊，今仔真欢喜哈，会当来咱三零八啊，甲咱哈，咱四号哦，咱李明伟哦，咱的李委员哈。哦来徛台啊！直接唱着怀念过去吼，即个好听的歌曲啊！今仔日吼啊，咱李明伟吼是年轻有为啊！我会记哩吼，咱进前伫这个议员选举的时阵吼，咱明伟爸爸啊，就是咱顶兄吼，伫这个咱运动厅内底吼所举办的这个啊这个活动吼，这个晚会我嘛有来甲唱，所以讲直接吼。咱伫遮祝福吼，咱这个顶兄的这个啊查某囝李明伟啊，就是咱四号李明伟，会当在即赛咱这个立法委员的选举当中吼脱颖而出，为着咱三重埔，为着咱三重埔，为咱作为咱这乡亲士大哦来甲咱服务，咱讲好唔好？好吼，哎，安尼吼啊，伫遮吼小弟小陈立荣吼，伫遮共款啊，希望吼我等下吼。啊，喊三声吼，咱这个李明伟吼，大家来甲我互动一下，来大声甲我做动算，安尼好唔好？好来吼，好，哎，伫遮吼，我较大声的喊吼，啊，大家吼较大声来甲吼来甲赞声，安尼好唔好？好来，啊，李明伟动算，李明伟动算，李明伟动算，明伟明伟明伟动算动算动算，谢谢哇，你看。咱遮个吼，现场遮个啊，乡亲士大吼，今仔日呢，拢伫即个选情之下吼，啊，直接来甲民委吼，来甲赞声吼，来甲支持，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哦。啊，咱即个民委吼，年轻有为，尤其咱顶兄吼，甲民委吼，拢是为着咱啊，所有姐姐遐乡亲吼，咱遮个啊，三林埔哦，一直咧付出哦，一直咧走壮，一直咧拍拼。所以这摆，咱来将这个年轻有为哦，咱这个民委吼，甲送入去立法院，为着咱大家吼，为全国，为着咱所有乡亲来服务，这是小弟伫遮吼，深深深深向咱大家啊乡亲士大拜托，谢谢你们，感谢。哎，啊，继续吼，我头拄啊讲嘛吼，要来听陈立荣的歌呢，啊，由小弟吼，即马拢来唱给大家听，所以继续呢。带来这首吼，带来这首嘛是过去吼，咱这个九国歌王吼，咱义隆兄伊的成名曲。这首歌我相信大家真久唔捌听，所以今仔日呢，在咱这个现场，我专工吼要来唱给咱所有乡亲士大听。那么借着这首歌呢，啊，小弟会来甲大家卡吼，甲咱今仔咱这姐姐乡亲吼来听民委吼，咱这乡亲吼来压一下手的，您讲好唔好？好，好，好，好。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行船人的纯情曲》。谢谢，感谢，谢谢。来，这首歌哈，来跟咱的乡亲哦，咱大家来见面，阿姐阿姊会，好，谢谢。哇，阿杰哈，咱这的哈，大林哈，大家拢辛苦哈，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哎，哎，谢谢。你好，李丢你好，哇！你看咱今咱这李丢吼，大家拢这么热心吼，来甲面对，来甲支持，谢谢，谢谢。为大我一枝呀，准备你。
咱来给敏锐加油，好不好？敏锐，敏锐，加油！谢谢。生活已经存活，好伊存活来认甲我。谢谢谢谢。哎，你好。既然人生的就是一梦，我就想无奈自叹。哎，你好，你好。谢谢，哥，咱敏锐最好，明仔早等最好，谢谢，哎，安尼就对了哈，哎，你好。哎，你好。困难江山，你不多看今夜情。我的爱你哪有来生，就问我你我来出行，你不要出现我安心情就爱放轻松，但用所思好意之难，笑笑笑，很像哦，哎，感谢哦，感谢咱这乡亲哦，大家这热情，大姐，明仔载你要到几号？四号啊，对啊，就是四号，明仔载吼，咱若去投票的时吼，都是上好准哈。对四号就是加登落去，安尼就对啊。哦，哎，谢谢谢谢。哎，你好。来啊，老师哈，麻烦你哥帮我放一支手啦哈。哎，你看咱这乡亲这热情，啊，明仔载我拜托吼，哎，尽量一个吼，九十个吼。谢谢。哎，有啊，谢谢。你好，你刘备啊，你好，哇！有时啊，无爱故乡，有时啊，人愿意来流浪，他乡的歌。前途打拼，心爱的请你等待我。阿哥你好，也着路途看月影，你一面了阮心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的歌声。哎，你好，大姐你好，哎，大姐大姐，你好，无下啦。无爱故乡，有时啊，人愿意来流浪。哎，感谢哈，今日咱林主席哈，
安尼特别哦，邀请小弟出来，哦，真欢喜，谢谢，感谢，谢谢林书记，谢谢。夜店老好，看月影，伊一面了阮心声，一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掌声鼓励，小大力龙。夜店老汤，看月影，伊一面了阮心声，一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的歌声。哎，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哈。啊，而且哈，感谢各位啦哈。会记哩，明仔载哈，四号，咱闽味哈，咱。甲送入去李焕英为咱来服务了哈，谢谢，谢谢，咱们加油困起来哈，好来，谢谢，谢谢，小陈立龙先生哈，各位咱跑火车，搁甲咱小陈立龙先生鼓励一下，谢谢。平安，真欢喜哈，啊，各位伫咧百忙当中，来咱闽味总部，甲阿典来牵绳，甲闽味支持哈，啊，选前一路非常的辛苦，啊，到平安十点。所有的活动做一大路，而且再一次感谢着咱坐坐三联堡的乡亲士大，对李登的牵绳，对李明伟的支持，啊，请大家多多吼，一张选票，唯一支持少年有经验，啊，搁脚踏实地吼，绝对让你找得到、看得到，啊，而且服务得到吼，咱的李明伟伟伟吼，登记第四号。立法委员三重区的候选人，所以今天的邀请吼，这是咱三重客家会舞蹈班，由咱洪宝石老师所带领的，咱的真济少年子啊吼，啊做认真的啊，因家己所带来真好看的这个客家舞蹈的主曲，来掌声欢迎，谢谢，这是由咱洪宝石老师所带来哈，来主曲。情绪散不去，假如有些
是咱洪宝石老师所锻炼客家会舞蹈团。占据，退不去。加入游戏，句句都是单句。加入不下，一切听不进去。爱是这样不可理喻，百听你不厌才是好证据。我在唱什么？
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三重客家舞蹈团，由我们洪宝琦老师所带领的，掌声鼓励，谢谢。先好啦，洪老师休困一下哈，你还没这个请人家表演《爱的路上千万里》啊，伫只书记啊，玩家，所有姐姐乡亲报告啊，咱李电议员即摆人还搁咧设计吼，啊，还搁伫咧拍片当中啊，所以讲吼啊，请大家吼简单啊，伫只搁再一摆甲大家报告，明仔载会记哩，大家等一下活动结束了，咱就爱催票。啊，第二点咧，明仔载选举你会记吼，选举有三宝吼，一定爱扎。投票通知单、身份证、甲印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查好这三项的对吼。啊，再来，为阴暗十二点了后，所有的人手机啊、赖、简讯、啊个 FB， 拢总袂使阁有邮票的行为吼。这我爱特别甲大家提醒一下吼，因为这你也得爱罚五十万以上吼，所以讲这特别甲大家报告吼，爱特别注意。点歌等下呀。点歌等下先休困一下，我紧啊！点歌先休困一下吼，来，啪啪欢迎咱点歌等下吼，先让咱阿点来休困一下吼。稍等下再起来吼，阿点来先休困一下。继续邀请咱拄只三年波咱客家会舞蹈团吼，洪宝琦老师所带领咱的舞蹈团，继续来表演一首《爱的路上千万里》，来，华夏欢迎，谢谢。啊，乐队老师来请啊哈！啊，咱点歌来先休困一下哈，两边再来哈、啊，来抛下欢迎，谢谢。来开始，谢谢。
谢，谢谢洪老师所带领的客家舞团，谢谢。各位乡亲，感谢大家，伫咧百忙当中来甲咱李明伟，甲咱伟伟加油，堪称李明伟吼。啊，过去大家坐坐乡亲二十几年来，甲咱阿典也堪称，啊，甲咱阿典也支持。这回明伟啊，代表咱三联部少年家啊，勇敢打出来吼。啊，这摆参选咱立法委员，会使讲遭受足侪波哦，新闻大家看袂完啦。真正诶，唔知要安怎看吼，一世界拢伫咧波乌当中。希望咱大家听小李电，看新李敏伟吼。啊，即摆阿电啊拄倒来，咱就休困一下吼。啊嘛，互咱拄只去扫街，咱只诶干部，甲咱姐姐，咱诶支持诶，咱乡亲父老，小休困一下，啉者凉诶，食者饭咧吼。啊，咱等下再来邀请阿电啊来甲大家开讲，继续来邀请咱。小陈立农先生继续带来红顶酒馆，破声欢迎，谢谢。哎，谢谢。哦，今天选小鸡啊，哈啊，特别只吼唱歌吼，来给大家听哈，大家听了会欢欢喜。哎，今天明仔载哈，今天明仔载，把咱的名位。上里边，欢迎！在风顶闪闪的夜景，潮落水面飞海浪，江边思念已无心情，明明清清刷来看做是红灯。唔通红红好食，你的心肝通吃我吃。莫非这心不响，白白来一下，请你要原谅，哪里小贪心，恁小五年的感情。啊啊啊！花心转意，哪有钱安定？那无你。我分不清，霓虹灯闪闪的夜景，潮落水面飞海浪，人边思念已无心情。一定刷来看做是红灯，唔通唔通好食，你的心肝唔通遐大只，莫非这心不行，白白来一下，请你要原谅，哪里小贪心。恁小五年的感情，啊啊啊！花心转意，人边的钱红灯，啊无你我分不清。唔通好食，你的心肝唔通吃大只，莫非这心不行，白白来一声，请你着原谅，哪里小贪心，恁小五年的感情。花心转意，人边的钱红灯，啊无你我分不清。谢谢，红顶码头。
几条？嘿呀、啊，有啊，好，好，好好来啊，今嘛哈啊，因为今仔日吼是咱这个选情之夜，哦，啊，咱希望吼啊，咱的四号吼李炳瑞啊，顶明仔载吼，这个啊，这个咱这個票登落去了的时候就对啦，可以吼替咱来服务，吼、哦，进入立法院为着咱大家来服务，大家讲好唔好？哦，谢谢，好、啊、来。啊，快乐日子！那今仔日呢，我唱首啊好听的老歌，这首歌就是叫做《快乐的出棚》，来继续大家来欣赏啊，谢谢。好、哦，咱来要唱的吼，大家做伙来唱好不好？快乐的出棚。快乐的出棚，无限的海洋啊，欢喜做咱的志，夜色的白顶山，青色的海水，那么。这个咱丁兄回来吼，啊，伫遮咱遮所有乡亲吼，安尼咱搁一摆咱甲咱的民委来赞声好唔好？好唔好？哦，来较大声的吼，我喊吼，连续喊三声，李民委大家来喊动算好唔好？好来，李民委动算，李民委动算，李民委动算，民委民委民委。
动算动算动算，谢谢，感谢，非常好，非常感谢咱的乡亲，乡亲在乡亲时代了哈，明仔再给咱民队哈，给送入去另外一，感谢各位，谢谢，小陈立龙直接向大家致上深深的谢意，感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有法安可呢？安可，哎呀，真有够像，有够像陈立农的。我跟你讲哦，陈立农也起来，来继续安可一首，好不好 ？Hello， 好啊、哦。安可一首来，破声欢迎，谢谢。哇，那个咱林主席讲吼。啊，意犹未尽呐，哈！好，来，今天吼，咱要唱了，唱我欢喜，大家听了我爽快。这首歌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这首歌吼，迄、那个去亚柳，搁去小琉球，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昔日的恋歌》。那小弟带了这首过去，咱陈立农，吼、哦，这首歌我甲这个我甲大家在讲，较早这首歌我唱的，唱甲水吼，东南亚，吼、哦，唱甲对东南亚去。哦、所以讲哦，这首歌吼、哦，啊，小弟吼、哦，为大家过来献唱这首歌，大家哎，破声给我鼓励一下，好冇？谢谢，来，昔日的恋歌。哎，你看，连阮吼会长夫人吼、哦，今天嘛来，啊，来个评论吼，来个收听。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为怎样？你敢袂记咱做伴时常去野柳，做阵去小琉球。暖暖啊，你的快乐的梦，如今流远了，在阮眼前为怎样？你留予我无限的柔情，断我放我孤单。爱的你替我想，思念是为怎样？你敢袂记咱做伴时常去野柳，做阵去小琉球？今天大家也听了有欢喜吼，好，感谢，哎，托我声鼓励一下，哎，今天好，英雄，彩票，
银行支票、支票再支票，给咱四号、给咱四号支票。OK， 谢谢各位，感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多谢咱小陈立龙先生，各位乡亲，大家好。哦，我拄只食食食吼，袂记哩，甲咱在地坐坐咱的贵宾，咱的李丢伯啊吼，慎重甲恁介绍。我拄下刚才看咱青年主席吼，来泡泡欢迎咱李青年主席，谢谢。拄只有真济李丢吼，啊一个一个，咱的李丢伯啊拢来甲咱现场。啊，我即摆吼。就有摕到名单吼，我先一一介绍，啊，先甲咱的李丢伯报告，家庭我若有漏交伊吼，则稍等下我再补充介绍吼。头一位咱来欢迎英德利的陈冠霖里长，泡泡欢迎，谢谢。再来，水德利的陈世宏里长，谢谢。高雄里的傅孙生里长，谢谢。贵电力的林云汉里长，谢谢。奥德利的陈荣兰里长。长生里的王阿玉里长，谢谢。还有咱三民里的严耀宗严里长，谢谢。福隆里的詹家斌哈曾里长，谢谢。还有咱董庆里的张树群里长，谢谢。还有咱拄只吉利里的蔡慧茹里长，谢谢。台东里的林汝聪里长，谢谢。啊，还有咱新北市印刷工会吴清义先生，谢谢。中明里的蔡淑玲里长，欢迎你，谢谢。福田里的林清俊，林清俊里长，谢谢。福安里的徐正通徐里长，欢迎，谢谢。龙门里的吴宪章吴里长，谢谢。福基里的林吉定里长，谢谢。公用里的江燕辉江里长，谢谢。还有六号里的洪顺良洪里长，谢谢。五号里的张进良张里长，欢迎你，谢谢。三十号里的廖兴超廖里长，谢谢。以上是目前有到现场的咱里长吼，到去稍等下，再甲你补充介绍吼。咱们来邀请咱李长的李长头吼，咱个李长联谊会总会长是无？是咱个林里长嘛吼？拍拍欢迎，谢谢。请就台，请咱会长吼，请咱会长来甲咱致辞者来，谢谢。来各位乡亲乡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咱李长联谊会咱个。好地方，谢谢哈、谢谢我们最佳主持人哈，啊，咱各位进来乡亲时代，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啊，今仔日永安是咱民委诶选前之夜哈，啊，伫遮阮侪侪里长吼，基层诶里长，过去嘛啦受到咱啊电议员吼诶帮忙，伫地方建设吼，拢有伊诶帮忙甲支持哈。啊！这回明月，这个少年的吼，有迄个勇气站出来，要来为三联堡、为咱的地方打拼努力吼。啊！伫只希望吼，咱敬爱乡亲时代会用个该支持，予伊有机会进入立法院啊吼。假使伊若进入立法院呢，我相信对咱三联堡来讲，一定是有一个一番的作为吼。啊，嘛有这个机会会使继续啊。秉持我们阿电议员伫三联堡这块土地可爱的土地呢，会使继续努力打拼。那么明仔载就是投票啊，我相信大家也了解选情非常的危急，啊，希望各位乡亲
会用个甲明伟倒球票、倒吹票，啊，会用个票票入柜，可以有机会进入立法院。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多谢咱的会长，谢谢，多谢，谢谢。啊，伫遮，祝着咱大家享受，搁一摆，谢谢咱的李长、林议会会长，谢谢。啊，伫遮，苏怡。阿元哥来补充介绍吼，因为足侪位的咱的领导介绍无到。三光自工队队长于秀锦队长，各全体会员，谢谢。三洋狮子会邱冠豪会长，各全体会员，谢谢。阿个咱体健会主委李信昌李主委，各咱的会员，谢谢。啊，有侪侪领导介绍无到，我即摆一直介绍。总得力吴方明里长，谢谢。韦德利谢惠美里长，谢谢。平和里黄进行里长，谢谢。光华里李桂峰里长，谢谢。金港里江无良里长，谢谢。义硕里周正宏里长，谢谢。阿个三重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曾慧会长，谢谢。阿个吴雄丽、王水华里长，你好，谢谢。阿个咱在地电缆里的里长陈黄秀美里长，谢谢。大有里钟林美珠里长，谢谢。清河里杨乾坤里长，谢谢。永安里梁聪明里长，谢谢。朱伟立蔡清德里长，谢谢。以上，这是目前啊，书记接到的单吼啊，较等的，那是有咱的贵宾到位，阿元则个陆续甲大家报告啊，老咱足侪咱的过去支持你电阿电阿的乡亲时代啊，对阿元。一定真熟悉，李登参选代表到今25年来，每一摆选举拢是我夹麦去的。啊，喂喂嘞，自5岁我甲老爸兄弟做兄弟，伫三里埔国际青商会，我两个共齐的主委、共齐的理事、共齐的干事，甲即当今25、26年。啊，迄阵啊，喂喂，才5、6岁，才5岁我吼。啊，阿元呢，会使讲为5岁看下到今嘛，31岁哈。啊，所以讲这无法度，这是家己的子孙啊哈。所以一定啊，伫遮诚恳甲大家拜托，诚恳甲大家啊，请大家踊跃来支持哈。听小李电支持李敏伟哈。啊，伫过去25、26年来，每一次李电阿电来选举，拢是我夹麦克。啊，每一次啊，足侪咱这老面孔，啊，拢予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甘心。大家拢会使讲呢，放下家己的工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支持正港咱沙田埔本土的子弟，咱家己的好青年，予你看会到、用会到、找会到、服务会到的李敏伟。登记第四号哈，因暗所有活动10点结束，拜托大家一定爱催票，唔是干那催票尔，爱个购票哈。啊，听小李一点，和阿点来查某囝李敏伟有机会伫闽南，咱大家来伫遮庆祝，喂喂当选，好不好？谢谢。继续我来邀请咱三联部过去。阿未改三重区进前，三重市代表会主席李清亮主席，破声欢迎，谢谢。来，咱李主席会使讲咧，啊，对阿点啊，真疼惜，对啊，对魏魏真支持，来，再一次破声欢迎，谢谢咱的李主席。非常感谢今天你最佳的主持人。就是咱阿元阿兄，大家拍鼓过来一下，来，谢谢。各位在座的乡亲，在座的士大，
在座爱好李明慧的四大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真欢喜，今仔日咱李明慧西三中区103里，一早起一透早就足辛苦的，伫服务处出来就开始按一直洗，洗到东区如青岭嘛，陪咱李明慧洗东区10里吼，所以如青岭感觉这个噪音啊，会使讲足优秀的。所有的候选人，佮少年，一个已经现任的立法委员70几岁啊，一个伫泸州担过市民代表、担过代表的副主席、担过市长，佮继续户口迁来三中来拼立法委员，嘛60几岁啊，选举选到即款的，三中真正无熬人啊，才会选到即种的啦。我也希望各位在座、各位里长士大，拄则咱林总会长，嘛有特别爬起来为大家讲几句啊话，就是拜托咱只里长士大、里长同仁，拜托，换三明波人真正伫三中出世的，来做三中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安尼好啊无？李炳伟少年上少年31岁，安尼好啊无？好。真感谢大家，我会去如青岭，伫23岁担任三中市的里长，到现在已经会使讲，搁然后我民国71年去选三中市民代表，一路就是参阿典啊，阿典啊第九届进入去代表的，我比伊较早期入去，进入去代表的，然后伊就是一个真正为三中打拼。市民代表，伊参我斗阵，骨力家己个代表个后壁，咱三中区公所后壁隔壁就是市民代表个。参我斗阵骨力家，然后伊较敖，为着服务三中市民，然后伊就去选管议员。阿典啊，受到三中市个老百姓、咱三中市民个尊重，用选票塞伊去议会，伊无大家闹开。三中市有机会，伊阁继续受到三中市民疼痛，继续做咱三中市的咱议员，新北市议员。所以伫顶届，卢青岭嘛伫遮，非常感谢大家。卢青岭担任阿典啊，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嘛是非常会当伫咱阿典啊摕到。这高票当选嘛，咱在座的士大乡亲、三中市民、甲泸州市民，大家也支持。我伫遮一直讲感谢大家，听当立电吼，非常感谢。剩最后，剩最后一天，剩阴暗，明仔早起8点就开始投票。我伫遮特别要拜托大家，大家投票有亲戚朋友、好朋友，大家投票无分党派，你认为？这少年的噪音啊，如果有机会进入立法院，为咱三中好好服务，安尼，咱三中看会出脱袂，看会建设更加好袂，安尼好啊无？好，非常感谢各位在座的里长、在座的同仁、里长，如青岭一路，甲咱在座拢无分你咱，如青岭一路进入去代表会，伫个代表会。担任代表会的主席，我嘛无分你咱。我认为我如青岭里个代表会足侪里长，包括咧做代表主席足侪里长，拢有来找过我如青岭。我嘛依然为着三中无分党派，如青岭一路进入做里长、做代表，过了10年来拢无党无派。我嘛依然拼到代表主席嘛用无党的选，我嘛依然无党无派。所以咱就话卖分党派。支持咱这少年的登记第4号，咱李炳伟安尼好啊无？好，拜托大家爱投票，一人投几票啊？李炳伟才有机会上立立法院，因为三卡都大家足激烈的，大家足激烈的，三个拢足激烈的，就是大家啊，杀咱少年的第4号啊，登落啊，救了，
就会当选啊，来为三中市整个大家来共同来服务安尼，拜托大家。最后，如青影特别拜托咱所有的时代乡亲，拜托一定爱投邮票。明仔载大家投股票、投邮票、登票了后，大家投股，互李炳伟，或者最少年的、学历上好的，互进入满意，安好阿无？非常感谢。最后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感谢大家吼、哦！啊，外口哇哦，大家卖听啦，听迄拢无效啦，吼、哦！非常感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咱李青年，咱李主席吼、哦，谢谢，多谢你。啊，这会使讲哦，嘛是阿爹的好兄弟，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吼、哦。咱在座各位乡亲士大拢感官。咱拢四当伫只去一摆，啊，一摆较紧啦，吼、哦。过去拢四当去一摆，啊，一摆因为魏魏吼跳来选立委，所以咱提早，咱本来是旧厝年啊，咱只见面尔，吼。啊，我即马补充介绍，真侪咱的李丢伯啊，吼，李丢伯就是咱在地土地公、土地婆，啊，有恁的支持，有恁的疼惜，有恁的服务，咱的里面呐，才会当吼愈来愈好。啊、我来补充介绍，恭迎你的刘进明里长，谢谢。恭迎你的吴姓文里长，谢谢。幸福你的郭东树里长，谢谢。重新你的李荣清里长，谢谢。大雅你的李宗林里长，谢谢。仁德里的陈明志里长，谢谢；永安里的黄丽宇里长，谢谢；二重国中志工队队长王淑女个专业队员，谢谢；二重国小志工队队长李淑女个所谓队员，谢谢。目前我收到的这个里长的名单啊，佮各位贵宾。下面单吼，陆续甲大家穿插做介绍，甲恁欢迎，甲恁感恩，甲恁感谢。而且阿官要甲大家拜托，咱拢常听人讲，家己栽一丛，较好咧养别人啦吼。啊，喂喂啊，我拄仔讲过，我为五岁看甲单吼，伊今年31岁，啊，我甲因老爸斗阵26年，啊，等下还袂选议员，还袂选代表。啊，阮就做伙啊！吼，较早阮拢共期伫三联埔国际青商会，迄个时阵连代表都还袂做，啊，一路行来就是拢坐坐咱遮在座乡亲士大夫拢遐济，啊，伫咧甲牵绳，啊，伫咧甲支持。人咧讲孝悔连盆，孝敬连孙。过去恁大家疼惜、牵绳、支持、立顶、压顶啊，迄个心情。而且阿元要拜托恁大家，一定爱搁个提出当初时咱的热情。为什么？为什么咱25多年来会当一路行来咧支持你一点阿点啊？因为伊无私无偏，因为阿点人阿某不贪不处，因为伊咧服务无分党派。阿点啊，因阿某咧照顾支持咱的。所有的咱的乡亲士大，无咧分你甲我，这也就是为什么坐坐乡亲，你25、26年来，甲今日，你还阁愿意伫咧阿顶啊只行搭，予伊的查某囝一个机会，最大的原因，原因是真早吼，10年前我就搬去桃园啊，我拄只吼，为着要来夹麦去，其实我5点就出门啊啦，啊结果今仔日因为选前之夜吼，搁做公路，他较袂回你吼，我驶点外钟才驶到位。啊，所以讲吼，而且我甲大家同款吼，有足侪咱这个伯阿姆嘛、叔阿婶嘛，那见拜看咧阿元拢讲，嘿，啊咱搁见面啊，啊我拢4年看一摆，为虾米？因为伊若当选了就无我的代志啊。啊阿爹若每摆若当选就无我的代志，啊无我的代志当然你就看袂着我。啊伊若要选举，我就搁来啊吼，啊就所以。足侪咱这叔阿伯啊、姆阿姐嘛吼，拢总4年才看完一摆，啊已经看偌久啊？已经看25、26年啊！哦，为代表过议员，啊市长咱选2届，
啊，佮兼新北市议员，好，即马佮做两届，你啊看安尼偌久啊，讲，吼，啊，即长久大家交情，所以我讲真呢，大家无分你我，啊，今日伫即个选前之夜，大家佮会当有即个心坐担车，咱拢是阿德啊，好朋友、好兄弟，你讲是毋是啊？我伫遮借用大家双手，甲咱黄淑仪鼓励者，谢谢，甲咱点出啊！谢谢。我来补充介绍，英发里的陈秀娜里长，欢迎你，谢谢。各位坐坐咱的里长伯啊，各位坐坐乡亲父老士大，你甲收。咱三地埔即区才103里，103里，敢若伊迄天总部成立，内面甲100个里长诶，因按选前之夜，搁三骹拄，搁分遮明，到目前为止，我拄啊念过嘛，要到50个里长啊，代表啥？代表过去立咱所支持诶里长，伊诶服务20几年来始终如一，代表啥？代表讲阿爹来阿嬷过去所做的点点滴滴，有予咱一条的所在吼，咱好多人讲讲，有予咱一条的所在，唔只系今日三骹拄，佮分遮明，大家里长伯啊，佮愿意打出来，你讲是毋是啊？是毋是啊？耶！伫遮，小等下我来邀请田明讲两句话吼，阿元再三甲大家拜托。人咧讲，朋友交陪啊，是看旧年啊，唔是选举你咱才坐伫遮吼。拄下咱青年主席，就较早我阿爹做头一届代表，我看伊较紧。足济咱遮里长伯啊吼，拢做几廿年啊，包括咱伫遮斗三工的义工，即个职业证嘛，为什么叫职业证嘛？因为25年前我嘛还正少年啊，嘿，真诶，25年前我嘛还未30岁呢。迄个时阵，25、26年前，我就甲阿爹斗阵较真。啊，我每一摆4年选举一摆来徛一摆，徛到咱咧灶骹厝顶，咱煮饭的阿婶，即马头毛拢白啊！伫咱内底服务台咧，天地服务的咱遐阿姐啊，即马头毛拢白啊！你看卖，20几年呢。啊，所以讲我直接甲大家报告吼，咱咧看一个人，三工五工。3冬5冬可能看不出来，咱咧看一个人，若看25年，阁未变，这个人真正就值得你一世人的相听，你讲是毋是？ Yeah. 这个人叫做李德，啊，所以我拄仔讲过，家己栽一丛，较好咧养别人，社会连盆。今日阿爹来查某囝比较优秀，我讲真咧，或者家己查某孙啊，因为我为5岁看较紧。论口才，李敏慧比你一定更好。论大将之风，阿登啊，像李敏慧这个岁的时阵，差一点点。论学历，李敏慧赢阿登啊，点点。我安尼讲，恁大家同意无？这是家己的子孙啊！我做囡仔看的较深啊！你甲看卖咧，三骹拄电视，逐天报告呢，报纸抹乌烧过。就抓什么死人骨头拢有，你敢有看到伊有惊吓？你敢有看到李敏慧有会错？你敢有看到李敏慧会惊？我甲恁讲一个消息，昨仔我专工过来，哦，我带汤，我甲讲喂喂，阿姐甲你交代，敢无爱申请分局来保护者？伊讲阿姐，咱若无做歹代志，申请警察来甲咱保护，要创啥？我甲阿爹来讲，知影人伫外口咧拜票，菜市啊一世界咧弄，敢免互有人小顾咧？阿爹也怎甲讲啦？啊，咱一路顺来清白，清清白白，啊，咱也不贪不醋，咱咧行人安那？啊，咱也无做歹代，咱也无摕人好处，咱哪会着申请警察来保护？或者是怎？其实我一个月前我就甲讲，喂，应该爱申请警方来保护。伊甲我讲阿姐唔免，张中道我伫遮，我阁甲问一摆，伊嘛甲我讲唔免，
所以讲，我伫遮甲大家拜托，永安甲即个时阵、即个当今的这个时间，你还阁坐伫遮、徛伫遮，咱遮坐坐乡亲，就是代表你过去对阿典来的阿母的肯定。啊，你支持你一定，即卖疼惜李明伟，就好像就讲你家己的查某囝，你家己的查某孙啊，安尼好唔好？拄只青年主席讲的，论学历，论人品，论红阿头，论打头，论过去这九年伫咱议会做助理的服务的案件，论经验，位位做立委是拄啊好尔尔啦。所以我要拜托大家，登记第四号李明伟，大家不但要集中选票，而且就是差你一票，你一定要出来登票。啊，搁爱甲咱亲戚朋友敲电话甲鼓吹，互咱家己土生土长的三里埔人一个机会，互咱土生土长的三里埔人做立委，好唔？谢谢。来，邀请咱公关组长听明影上台，谢谢。拍拍。感谢咱电台名主持人。报道联播网九八点五吼，咱暗时七点到八点，咱九点九点吼，阿元甲咱哩这个节目啊，我是吼伊也听袂啦吼，大家我都甲听。啊，各位，咱所有的里长，各位咱这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哇吼！非常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上台吼，来大家报告。啊，选举选到即阵来啊，到十点就结束。啊。因为啊，大家拢知，我要来参选这个立委啊，起步有较慢，所以准备时间啊，差不多是两个月尔尔。所以伫两个月前啊，啊，阮内部咧讨论的时阵，大家意见还阁足无一致的。但是到即满来，大家愈健，精神愈好，愈气力愈强。啊，而且要甲大家报告，因为依据选拔法规定啊，即满是袂使讲民调，哦，即满袂使讲民调。但是大家看会出來，啊，这十天来，你今日看民众党柯文哲市长，咱柯文哲主席对咱李明伟的重视，这十天来，伊今日来咱家超过五次，过来咧，你看伊今日的时间，对下早啊九点半来到家，来到八点才走，看伊对咱偌重视，啊，为什么重视咧？就是因为咱会调。就是咱的条，所以特别重视。民众党在台湾全省提名区的立委有十八个。昨日报纸，大家可能拢有看。柯文哲嘛在讲，在民众党区的立委有可能会调的人，可能会两成尔。一席是台中，一席就是李明瑞咱三林埔。所以啊，民众党用所有食零啊来啦。拢固然伫遮，固然伫遮，但是大家拢知影，三零埔三卡都选情非常的激烈，相差一丝丝啊尔，哦，相差一丝丝啊尔，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啊，明仔载一定爱来甲咱倒催票、倒股票，请咱的士势出来投票，加在明仔载是好天，因为啊。咱的票，大家拢知，可能咱的少年票会较侪，啊，但是咧，少年票出来投的机会会较少，所以啊，明仔咱的今日时势，如果还要佚佗，要拜托咱大家，请伊出来票，投投还再去佚佗，安尼好啊，好啊，啊，安尼，咱微微就会调，因为即摆相差无偌济，相差无偌济，可能输赢就是只少年票，哦，输赢是少年票，所以伫遮啊，要再次要来恳求大家，拜托咱大家。明仔载，咱的今日是说要出门前，你就要甲交代，拜托你去投予咱四号李明伟，等你投煞了再去算，安尼好啊，好啊，好，而且拜托大家，感谢，谢谢，谢谢。我想讲，天明啊起来工作久，还讲这紧啊，拍拍我甲天明啊，谢谢一下啦。各位乡亲，是同我连咪要邀请咱点歌阿点来上台吼。啊！伫咧啊，电台就台之前，我先甲大家报告第一点。阴暗十点开始活动结束，所有的 LINE 啦、FB 啦、吼、Instagram 啦，有诶遮啊，包括讲咧简讯哦，都拢袂使去传
邮票，诶，这个组选的所有的动作，吼，这请大家爱特别细腻。啊，过来，明仔载投票三报吼，搁一摆甲大家讲吼，啊，投票通知单、印啊，啊，到身份证吼，一定爱查，因为今年真严吼，你若无查身份证吼，可能会真麻烦。吼，这啊，甲大家再三报告吼。啊，拄只听面介绍，本来我来歹势讲，爱搁讲啊吼，无唔对啦吼，我讲啊。跟我的太太吼，兰姨，我即马主持报道联播网，报道上一个吼，暗时啊七点到九点啦，就即阵啦吼，啊为着要来拿这支麦克风，拄好落好啊吼，啊每暗七点到九点，啊我较早十一年是伫台湾声音九七点七吼，啊即马是伫九八点五吼，报道联播网，啊当因为阿电也是家己兄弟啊啦，所以讲这拢伫倒迄无要紧啦，重点是拜托大家一定要甲票取出来吼。请大家用热烈的鼓声来邀请到咱的点歌阿丁啊，泡泡谢谢，来来，阿丁啊，各位我话阿丁啊，大家话加油好不好？阿丁啊，阿丁啊，阿丁啊，李品威，李品威，李品威，阿丁啊。阿丁啦、啊，阿丁啦、啊，李炳辉，李炳辉，李炳辉，嘉宾，李炳辉，阿丁啦、啊，加油！阿丁啦、啊，加油！阿丁啦、啊，加油！啊，阮电视今天要起来哦、啊。来，这边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咱的李以丁。阿德啦，谢谢，感谢，感谢，我的这个吼，算讲麻吉的吼，当啊有需要，一通电话伊就跳出来啊。当哦无平常时无联络，但是啊，当啊电话接落，伊随时随叫随到，比哦新人爷们哦更加准。来，甲阮哦阿官呐，该拍拍，感谢这個有毅力的麻吉哦，谢谢。啊，咱在座听秀阿德啦，啊，听秀黄素仪。最主要，即边要开始咱第四号李明伟，我的查某囝，咱遮的士大，咱遮的大哥大姐，咱所有的里长，咱所有啊，咱的社团的领导者，包括咱这共一家人的兄弟姊妹，各位长辈，各位好朋友，台湾人，大家好，好，真感谢吼，真感谢，遮尔啊久，搁互恁当我遮，因为早起啊五点外，我到李明伟有去三重三公，坐坐了伊啊，早起。九点开始了，陪这个阿个公啊，陪这个科批科主科实习生吼去踅街，甲下晡写啊多啊，阿刚啊，甲只四点，咱就开始了钱哦，拍卖义卖吼，啊，咱这报告高利赛，啊，感谢咱李董的吼，啊，送真侪真侪咱的高利赛，互大家吼，啊，来算讲做公益，完了五点，我就拄啊去踅啊，咱这社区的吼路地扫，啊，因为啊，咱的啊，这个科市长伊妈妈在台北。啊，有时种哦，造势晚会啊，所以带着咱啊，第四号李明伟吼，拄啊头到六点，要头要七点之前，因就先离开啊，所以讲哦，真感谢啊，就规工哦，而且活动中间，真侪真侪听小阿弟啊，咱支持咱啊，李明伟，咱只时代，真系感谢，今日啊规工哦，遮无闲，尤其啊，有诶拄啊，行啊遮，有诶阁先赶走，因今日啊，阁拄哦，咱一年一度。同马节庆就是咱哦传统讲的叫马节啦。人讲马节哦是最后咱一年当哦最后一个节庆。这个节庆啊就是要讲哦，予咱啊一年四季啊啊全无代志，但一季如春呐、啊、吼啊一年如春。所以讲啊真感谢咱哦啊古早咱只祖先留落来这传统，予咱啊承袭到今嘛啊真感谢。因为今日已经感谢咱在座真侪真侪吼，啊，搁甲即马搁无走的遮时代，甲你无走，真甲恁感谢多谢，真侪里长来甲遮，真正甲恁哦感恩。啊，今日啦先离开的，因为啊，我拄啊讲的，因为马月嘛吼，啊拄啊讲的，因为今日有代真忝啊，啊真甲恁感谢遐。最重要，今日啦，我要甲各位报告，为什么咱四号李明伟？阿丁的查某囝，为什么这边啊临时啊啊决定要啊参选咱立委委员？我相信伊啊有讲真多啦吼，但是我大概重述一下，伊感觉即马现主席咱的政治吼政党斗争太厉害，派系压榨真严重，所以讲
在我七月迄阵，甲咱啊侯友宜市长、甲各局处的局长啊，带伊啊去北欧十几天，包括阮的议会议员啊。本来我拄啊阁重申一次，我选议员这届，免唔忙讲啊，因为我差不多吼要 BBB 啊，要三声无来啊，要65啊，所以唔忙讲会来世代交替啊，所以你李明伟。踮诶，我也有高档诶行政专业经验啊。副局长以下全伊处理诶，局里以上是阿顶啊吼，甲伊博感情，互伊较好做代志。但是呢，在即个北欧中间啊，受到咱啊侯友宜市长甲各级处诶即个啊鼓励吼，所以讲啊，准备后届啊，后届伊要落去接手，接手议员中间啊，啊当然啊，在伊啊，我遐高档中间啊，大学还未毕业，有一寡遐伊所有同学。大家目前啊，转了各个领域的主管，所以感觉想讲啊，伊的能力惊输人，伊的能力可能哦，甲同学之间有一个比拼，惊无法度达成啊，伊的这个所要求的啊，所以讲考了，我即马应该本来决定讲啊，伊即马明年车啊要出国，可能游学、留学、打工，啊是踮咧台湾读册，啊去讲工作都 OK， 啊也决定好啊，准备明年哦开始变来动啊，两三年来。让他放空去走他家的路，等到后一届立委，后一届的议员，前一年才要回来，开始要过来承接、承袭咱这个这个服务议员的这个职务。但是呢，在这个期中间讲好，结果他感觉上为什么十月初才是临时决定呢？因为他有说，爸爸，我要跟你讲一个严肃，一个震撼的问题，我跟他说，31岁的女孩子啊，准啊要嫁人，迄唔偌尔好诶，哦，真震撼啊！但是呢，伊讲要选立委，所以选立委中间，我讲哦，哇，咱脚麻去啊呢，他甲讲白啊，为什么你要选立委？那爸爸要叫你啊选议员，你又讲哦，我没有说服力，让你选议员啊？但是你毋是十月初啊，甲你选举剩三个月，你要选立委啊？要安怎？当然啦、啊，听下一寡少年啊，一个理念加一个思想。伊讲啊，现主席啊，震动哦，确实有影，震动斗争啊，这严重诶。年轻人最看不惯政党的斗志啊，斗争也看不惯派系的分赃跟压制。尤其啊，大家了解，在这波算中间哦，咱就会高志鹏啊，入去啊啊内底啊啊，所以讲波算中间啊啊，迄阵啊，咱的民调哦，小弟阿顶啊，在民进党中间，中东部做的民调，咱赢倚天啦，赢真济。但是呢，为了派的要这一块，伊怎啊，和倚天合作，就啊要选这块。当然，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时你做，咱啊赖清德院长吼，伊无要做院长，伊啊干嘛讲哦，伊啊福利感啊，所以讲，就是无要做中间，小英总统当然要找一个院长进来做，因为迄阵啊，为了连改，一日一休。包括同文丁丁阿叔啊，小英的声量这低，啊，这低要安怎？要给他带动去，带动多这今嘛要选举的一些声量。当然，今嘛来讲啊，大家所了解，天阿圣郑国辉伊有讲啊，新潮流啊，一、這个新潮流啊，绑小英啊，甲绑小英，所以讲迄阵哦，一个脸书啦、啊、吼、哦，网络都有下出来，所以这個过程当中。即个郑国辉啊，是假大鹏的啦。咱上一波郑国辉有咱啊，金融议员叫这个彭佳莹啊，有迄种哦啊，陈启仁议员，迄叫郑国辉。可能搞不清楚，我甲目前的即个派系，甲各位报告，郑国辉即马统大鹏啊，以林佳龙啊做掌门人啊，由徐坤院长啊做迄个幕后吼啊，做属于哦啊幕后的啊，所以讲因对新潮流啊。真哦，不去了，因为新潮流啊，人少啊，要掌权啊，所以讲郑国辉被打趴、打压咱这个啊，一个在新潮流，在这個过程当中，你若看袂出哦，今日小英本来是要让苏贞昌院长做行政院长，但是呢，尤喜坤因的郑国辉要让尤喜坤做行政院长，但是小英讲尤喜坤尤院长，伊本身能力很强啊，什么都好，但是啊。执行力可能较稳啦，个性较稳，因为这个原因啊，小英总阿公袂使，要苏贞昌来做院长，所以苏贞昌起码做院长嘛，是吧？一下盘执行力遐好，对咱啊所有啊国家，咱台湾啊总真正赞啊，所以因为安尼了后，到尾啊，因政府会要提咱这个区域的，就立法委员的这块，当然立法委员这块，所以迄阵你有看报纸，咱啊民调赢在中间，但是啊，这个过程中间。
从我小英啊要求苏院长苏金昌啊，带于天来我遐要甲我讲，讲啊，讲哦，看何即个怎啊，何于天如此，咱还在胡算。所以个人中间，于天姐我正平洪露甲吴炳瑞啊，甲咱哦啊鲁主席吼，咱鲁先生主席啊在现场，包括苏院长一下斗兵啊，在一前啊，于天讲，对啦。大个搁做八九个月啊，过来我来南向政策啊吼，啊我来后界我自己来选立委，即咱鲁主席会来做证的吼，所以讲外口荒芜，讲什么我用来无的，我即马只只有录影，我敢做证吼，所以在座咱今日天下是百姓，百姓，伊今日大个代志，结果什么在这边初选，话讲啊你初选选无条，要甲人拼，我无要甲伊拼，因为呐，你知道？那亲的甲小英奇平调，但心知肚明，那卖讲阿侪大数据的时代啊，唔是讲你讲我讲，迄是操作的人自己讲啦。啊，所以讲迄当时啊，咱是初选登记中间拜登记，哇拜一甲拜五登记，拜一也可以领票。我甲邱廷伟拜去领票，邱廷伟拜二去登记，我是拜五同尾工再去领票兼登，拜去领票，拜五再去登记。但是呢，天啊，伊下晡去登记。所以讲，伊今日所作所为，本来我乃是尊重伊的，结果伊变作是安尼。所以讲，外口荒芜，讲什么？我什么？什么初选来无认输？今日囡仔决定了后，看袂出的，怎啊跳出来？伊为什么用民众党？伊讲民众党来讲，伊的理念少年啊，六十大数据时代。伊所作民众党来讲，我咪讲推广民众党，想囡仔为什么参加这个党？第一。就是伊个大数据施政，第二伊啊袂贪污，第三伊个是非分明真务实，所以囡仔少年啊有个想法，白仔囝有共心，无能共意啊。你看黄庆哲，伊咱即卖台南市长，你看因姊啊，即卖中天啊吼，嘿最红的那个啊电视台电视下去做主播一样嘛。啊你讲啊那陈明文伊即卖是哦同红的哦迄个立委，但是因囝是科比亚做副发言人，哦大家拢较清楚的。但是咱卖往上东派为地方嘛，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产生讲，今日啦，有影，囡仔要选了咯。我讲你选哦，你看下心也有够哦。恁老爸是哦，他们讲，变作你也决定我陪你啊。啊，所以说啊，安尼，伊讲看下心有够，啊，所以说安尼聊了啊。啊，聊了中间，我到防护哦，这过程哦，啊，你讲啊怎嘛？今日来讲做安尼，就拄啊十月七十科比召见阮爸仔囝去讲。讲的中间，伊要在位囡仔，伊知影囡仔一寡遐高档，有行政专业经验，伊需要这种人才。但囡仔佫符合伊的民众党的这种理念，吼、哦、啊，所以讲怎啊加入？我甲伊科比市长讲，你要在位伊，我真甲你感谢。但是我要求，咱爱支持咱哦，各主管爱支持小英。所以人科主席啊，真有担当，伊讲 OK 尊重。所以即马迄个扛棒。谈判甲小英、李炳伟甲小英到庭，这样透过间接的关系，府方都清楚。吼，但是为了派系，他们要这一个区域，伊甲人拍到囡仔，本来唔知道李炳伟什么人，拍到囡仔，这大汉的，变作讲是李炳伟查某囝，哦，就派系的去打压。但是啊，他们讲，拄我开始，根本中央党部甲总统府根本不理，因为因知影这个过程，但是呢，派系打趴。打压到结个伊情形，所以各部这個过程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囡仔真啊起码透早五点外起床，啊，等下十一点外等下厝诶。但是啊，十月讲要选举了，开始启动，从来目前还没有睡过床上啊。全困咧，等于就困咧啦。咱诶这啊沙发，困过了透早起，开始梳洗以后，啊开始搁出门。所以讲哦，伊家己选择这条路，我免求。我甲透早是讲看伊爬诶客位去。偷看伊的房间有电梯无？结果五点外我起偷看，哇有电梯，我搁眯喺房间，我搁偷睏，因为总是我有年纪啊嘛。所以讲，迄个囡仔该选择这条路，咱做老爸，只要伊选择正确的路，走咱正常的路，我们绝对做爸母是咪爱听咱家己做的，对不对？吼、哦，所以我甲这個过程甲各位报告，甲即马挺多，即马挺多，咱是干哪讲？为什么三零八你过来？全需要空降，今日空降咱尊重，但派的空降咱尊重。但是呢，你做立委，你爱接地气。你做立委，做民意代表，我按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
在做立委需要跟地方互动。咱今日十多年来，咱的立委有跟人互动无？无。对，大家了解嘛？要找好找无？好。所以讲，咱唔当偏去。为什么咱要家己找咱家己的接地气的？咱的第四号李明伟，咱在三宝大汉，所以三宝的子弟、三宝的少年的年轻的，爱需要来三宝大团结。大团结，集中选票，支持咱第四号李明伟，好唔好？好、哦，感谢。因为即个伊的三十一岁的囡仔来讲，坦白讲，爱穿水水啦，爱过去要洗，去要环，去水，穿水水吼，去环游世界，去来耍。但是呢，伊无选一条路，即卖应该是享受出国，啊，台湾伊游览，享受伊即个年纪，即个快乐。为什么要承担？咱三宝就大担担担担，这条路是不归路啦。所以拜托大家，三宝人、三宝囡仔，在这三十一岁，伊敢要来承担这担担，是毋是讲咱大家爱该鼓励、爱该支持，安尼好唔好？好。所以外口要骂、要安怎找阿爹啊？因为怎做做老爸来承担。那我感觉真庆幸，咱家己查某囝有安尼。人讲有人骂人背棍，为啥背棍？这个歹的要直接开，别人哦袂使选的，选的叫背棍。世间哪一条理？民主社会是要自由民主，只要咱二十三岁中华民国的国民，咱就着会当来选举，会被选举权。二十岁会使选举，但是啊，二十三会使被选举权。但是呢，今仔今日因为看不惯政党的斗争。看不惯派系的纷争，怎啊勇于承担跳来选咱这立委，结果嘛背棍。各位，今日我讲事实，唔是讲歹话。今日某某立委，吼、哦、某某现任立委，卖个名，无惊要甲他咔嚓，甲只唔敢甲他咔嚓。我爸仔囝唔敢小人啊，你看，今年三甲只嘛叫做父亲啦、啊，唔敢写讲新北市议员啦、啊。啊！写新北市议员，我要咔嚓，可比上台我删掉，因为啊，民众党，我民进党与民众党，但是甲遮哩阴暗，我爱讲事实，起码有点名也，我看点名点名也知也无要紧，对不？爸仔囝同心无同意，但爸仔囝囡仔，咱为了囡仔，伊要做正当的代志，行正常的路，咱做父母是咪爱该正用，爱真欢喜，爱陪伊行这条路。是闽南人的对不对？对。但是呢，今嘛，甲遮来啊，所讲的背棍，咱要选这个派要几块，把咱来算叫背棍。但是呢，现任的立委伊做主委，顶年阮哩选议员，倒个提名六个啦吼，有邱廷伟、林永宏、李坤城、李倩平、陈启仁、甲小弟本人六个。但是呢。做立委的人，做主委的人，唔捌甲阮只徛脚得到，要叫讲总部啥物请伊来，讲哦，讲无闲啦，啊要叫平常时也无来甲关心嘛，所以害人顶届听彭佳莹无动的，当然即马家己民进党啊，无动的中间说话害咱啊邱廷伟落选，害咱林永宏落选，害咱啊优秀骨力的陈启仁。议员啊，差一点啊，落选。各位，这是咪讲，伊对不起民进党，爱家己啊，对民进党爱家己核心的，对民进党伊爱个主题，对不对？对。安尼世间个公平嘛，甲即嘛，感觉甲我开除。阮爸仔囝，乃伊讲温情啦、啊。过几天，顶个伊做立委选中间，咱做后个总会长，难道咱无？该斗三工吗？迄阵啊，第一个派的一人占一块，剩的咱民进党咱所有一挂人无得安插。结果我来归起来啊，来到我家，迄阵这大佬袂去剔除，从我做着后援总会，做后援总会中间，咱啊甲最后一选条那个变啊呢，咱个募款剩二十几万，摕去另外一户伊，倒一个接后援的总会长，倒一个替伊复选，搁中二十几万摕去。好好算你呢，这叫立德的叫嚣，叫立德不贪不处，从八十三年从前到今嘛，我不贪不处，对不？
所以讲，咱个对伊无好，对无？甲即马，你讲金龙，伊啊，伊个娶某迄新妇彭佳慧无当个，因哪买个伊该开除呢？你讲天啊，该徛台，该录音拜票，该蛇龟，为什么伊该买开除家己呢？为什么敢要甲开除呢？这叫派下啦，派下啦，真的很痛苦吼。所以讲，在这甲你各位报告，这個、过程啥呢？当然即马换罗州个，罗州个。咱的文宣是需要讲，该知影讲，为什么恁来买咱罗州选，要来三林埔选呢？咱希望讲，把咱三林埔的选民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做市长中间你有贪渎的问题，你为什么无行政责任？吼、哦，相信你也有看过。但是呢，伊讲我家己无赖，迄顶工啊，踮咩啊，啊即、這个踮咩来做事暗话讲啊，伊我家己抹黑，什么叫抹黑？我只希望让三重的选民了解你当初的状况，要告知、说清楚、讲明白嘛。所以，文宣后候选人李明伟签名不构成哦黑函啊。所以讲，提一个警察跟检察官讲，这不算黑函啊，这是请问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啊。所以讲，他刚好讲，讲哦，已经嘛，检察官讲诶侦查中啦，不予回应啦。结果去查去，甲即马案件，搁是咱啊派出所转来分局，那有检察官侦查中，所以就讲话就白惨嘛。所以各位，一个民意代表，身为民意代表，是咱百姓的一个模范。搁另外，迄天啊，迄暗啊，你看叫两个孙啊，几个啦？你知影两个孙训练啊，即背个物件背偌久？你敢知？背偌久？你敢知？迄上知道，咱才清楚的。但是呢，为了选举，叫两个孙贵的违反儿童福利法，对不对？你明明要做立委的人，知法又犯法，你干嘛讲爱对不对？爱敢做爱敢对？对，所以各位，咱一张白纸，啊，底啊重情再句，老爸你迄组，大家拄啊，阮的主席亲爷哦，主席哦讲的，阿姐讲的，老自从阿公做保长，做老爸你迄组做。里长做代表，代表主席甲做市长，公所者老爸李黑土同时啊，感觉讲咱三林埔确实有影，无甲行政中心啊囥在遮，踮在咱啊文化北路啊，即马公有市场遐乌臭臭，不中央北路乌臭臭，迄时啊毋是真正一个市公所的一个所一个办公室，尾来因为安尼，从我家遮迄阵财政啊真欠缺。所以讲，甲家族啊，讲这个地，从我落去公所，公所去好了后，结果伊拄啊防抹黑，防抹黑，哎，我老爸李下土讲，啊，我做甲安尼，甲财产用落去公所啊，啊，无是阁安怎，就是安尼阁无赖，放乌含，伊从我第二届无条，迄阵中间我细汉，伊咪个下岗，咪几有当个。咪啊无啊，咪啊几有当个，咱幸福水泥当当个，甲伊交车，甲伊。放伊出来去公司上班，过来了后，总是啊，当然啦、啊，迄早期五三年到五七年，但是呢，甲我即马八十三年从政做代表，甲目前即马，互你来斗三工，做个代表，做个管理员，两届三栋亲都无调，我为什么无调？我心知肚明，但是因为你大家互我支持，你大家做我靠山，所以即十九年中间，我也阁同款只服务，同款只做。尤其阮甘手也做过代表，不市民代表，所以这过程中间，骨力苦，温忍受。阮北港人讲上安怎无？北港哦，啊你无投我，你无支持安怎无？从来我们不会讲这种话。我感觉家己啊，支持咱家己感谢，无支持咱家己多谢。咱是家己尽量去做，咱就当做我常讲服务团队啊，两千三百人口，咱绝对无会认力去人服务，但绝对咱有会认力。来服务啊，有缘的人，所以来找阮，我当作家己一家人，当作家己代志，啊，即马给他处理。相信咱的服务，咱大家探听看卖。相信咱所作所为，大家来清楚看卖。咱无迄种哦，有诶无诶啦。所以我拄啊讲诶，讲啊呢，是讲我诶抹黑。阿公甲各位报告，一个 baby 娃娃，讲哦，食娃娃食娃娃，这绝对阿爹娘就抓。唔是阿爹阿做诶，唔是阮团队做诶，安听有无？吼，我也不爱讲我侪，上做心知肚明，吼。但是咱无看诶，但是咱有人传达过来。但是我甲各位报告，咱袂做迄种傲步，顶多用傲步，要来侮辱咱。
即卖因老师讲，讲啦，咱是无偌放乌含，我所办的我敢负责任，我所讲的是事实。天啊，公都门林，公都门啊，林花园，天啊，当时啊，伊啊点么个公办证件，讲十多年来啊，伊无对三宝清楚界限，因为啊，执政党是国民党，但是呢，想要做立委，为什么去啊？咱所有啊。啊，有咱迄个啊，迄、那个好新厝啊 ，PU， 佮前途真侪建设，即叫啥？有心佮无心，有了解咱地方无，就是安尼。各位，咱今日要选一个立委，是爱接地气。咱三林埔十多年来有立委佮无立，但是知影。所以各位，即边难得啦，有咱三林埔的主题，第四号李明伟，啊，这个查某囝，黄叔的查某囝，伊有两个阿母在这段。政治服务啊时代，这段时间，大了解，阮安怎做才清楚。黄淑仪即马做调解会委员，啊主席来，咱的调解会主席来，林志忠主席来泡泡，拍手。伊即马是咱三重之光啊，伊即马新北市二十九区的调解会主席的主席头啦，爱、啊、知无？主席头干一个啦，主席是每一区一个啦。所以讲，咱再次来感谢咱哦，哎，那林志忠主席头哦，佮对咱餐饮部就三重之光，快来拍拍！谢谢。哦，啊来，啊，佮我先插播一下，有应该的领袖洪长青拍拍挥手，顺带领袖李洪志拍拍挥手。哎，那李阳。丽阳公司美食广场，林董事长来挥挥手，感谢小丁哦。讲阿姐，阿姐我卖阁讲啊，真正清楚话哦，爱甲各位讲，但伊蛮讲讲的哦，心内较开啦。这段时间阿伯啦，李明伟、赵总，但是阁无法度甲伊啊同台啦。啊，但是啊，真感谢大家啊，全支持吼，啊，甲阮鼓励，所以真侪啊，一路行来，即几个月啊，替阮啊，啊，迄、那个爸仔囝啊，甲阮鼓励，啊，甲阮协助，所以行到今日圆满，所以真感谢。啊，要讲的话，阁真正侪啦。等人工哦，也有啥物做，但是我讲过一句话，有啥物周遭代志，找阿爹真正好用。吼、哦，我讲个，咱做民意代表，啊，要做的真正，人歹做的，咱来做的，只要正确的代志。我讲。三无夜市啊，45、49、50年来，无人敢处理，阿爹人处理，洪局啊照处理，因咱不贪不处，所以顶年车，咱啊全国票选啊，网络票选第一名，第四名，第四名。大陆那么菜市啊，三边协调袂当，我伫找阮个解决。即卖你看，较早后多摆也要行入袂当入，即卖开车会当入。即个讲做民意代表，只要地方对，咱个坚持，搁真侪啊，咱即卖咱个中山桥卡。开古骂咪呀，拄啊咱公所边啊呀，看这婚轿真正侪对不对？吼、哦、啊，每边也要去遐食咪呀，食水饺，全国何求婚轿赛何求婚呢？但是这上处理啊，电脑处理，我袂去哦，讲迄我做的，但是这事实上这无人要做我做的，为什么每届市长视而不见不做？我爱我跳出来，我无较敖，但是我沟通协调，相信我有能力，吼、哦，能力我输你。沟通协调，做民意代表就是咱百姓、民众、甲市政府在沟通协调，结果较厉害。所以我常讲，只要对的工课，人歹做，找阿爹来做，用看卖，绝对好用的。我常上台讲啊，我做阮生意较歹，拜托因一挂来做的，因为啊，阮也爱做业绩啦。人讲做生意业绩赚钱啦，阮业绩是讲我有予咱百姓认同无？咱只啊，真侪边缘人啊，遮侪代志哦。有时候为什么李明威要出来说，伊有讲过一句，真侪看不惯有法律的问题，因为啊，地方啊，甲中央有个差距。咱啊，议员啊，甲市长 OK 没问题，但是要甲中央的啊，要借用立委啊，无得切啦。而且淡水徐顺林，而且新庄吴炳瑞，而且树那苏巧慧，而且板桥张宏禄啊。所以各位，咱家己进一张。较免五百人，有这囡仔要加承担，有阿爹啊，有阮黄水，阮某，阮共同啊来扶持啊，规家来服务，绝对物超所值啊！咱只服务，大家探听看嘛，不收礼，不收红包，只有选举，拜托大家倒邮票。像你去我遐人服务的，我捌甲伊收礼无？收礼我拜托你退转。
啊不我我不爱我不爱服务，对不对？我不爱收嘞，时间有，即马选举啊，大家啊来添油香，我甲恁感谢，来甲我斗油票，我真正甲恁多谢。所以问，甲最后一刻剩无几点钟久？拄啊，主持人讲十二点进程啊，袂使哦，哦十点进程，十二进程袂使，袂使做这个吼。啊，先讲啊赖，啊是讲啊这卷信，所以我问大家哦，卡电话，一人个卡五通十通，相信绝对会调。因为你的优点，第一少年，第二伊点样话高年的行政专业经验，第三伊是某大汉的，第四伊国立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第五国民党的无提名。所以今日啦，咱三林埔国民党的一挂大佬唔敢叮当，伊讲啊，啊叮当真正叫背骨的，背咱三林埔骨的。咱今日啦，爱持咱今日三林埔的主题，卖分党派。李明伟，查某囝，伊啊，去甲李乾隆拜访去，去甲蔡明宏议员拜访去，去甲陈景仁议员拜访去，甲王惠仁议员拜访去，啊，佮甚物啦？啊，佮甲啊，全咱议长因囝拜访去。蔡伊讲哦，爸爸。恁无要紧，阮少年有少年的做法，阮少年有少年的诶想法。咱少年就是讲，以立委无分党派，只要顾地方，只要地方的代志就是立委的代志，啊，卖分党派。所以咱即卖李明伟有种，他们讲有种比老爸较好叫嚣，是毋是值得该支持第四号李明伟？好唔好？好，感谢。从最后无久的时间，恳求大家，真正这囡仔值得你。啊！栽培这囡仔值得你支持。三林埔的好子弟、好青年，你一定会查某囝，啊！咱三林埔的查某囝，唔嘛代表共同倒票票，前倒票五票、十票，相信啊！李明威、李明伟第四号绝对当选，为第一个拍拼，为国家、国主权、国三中，好唔好？好，谢谢，感谢。所以讲啊，你要讲哦，李登，李登加油！对啦，我加油条啊！我有开几个波。来，即马吼，咱电视啊，我捌你遮久，足少看伊讲话来。拍拍欢迎阿妹，谢谢。感谢阿文吼。说实在的吼，那个我们那个警察同仁吼，大家辛苦了。所长，带着同仁有没有？真的辛苦了。还有我们在座的里长。说实在，我里长有没有？我从总部成立哈，我就一个一个打。我们东区二十六里，十里是属于有没有我们的区域103里而已。可是我刚刚有问了，我们中区26里，北区24里，南区21里，我们西区22里。我每一通电话。都拜托里长，所以总部成立来那么多里长，我真的很感激。你知道成立到这么久来，所以，李炳威，李炳威当选，李炳威当选，李炳威当选，李登加油！李登加油！黄淑仪加油！黄淑仪加油！来，咱继续听电视，继续讲，我你又串起来。所以说，我都很感激里长，因为我们都是一年、四年都跟里长站在一起，也是跟所有的我们三重市民站在一起，尤其旅点的团队，这次真的是都是年轻指挥。杨子辉，我们的助理，80年次才生的女儿才几个月，可是她挑起重担，然后她有没有跟苏院长一样颜面神经失调？我真的很不舍。而且她，我刚才讲说要休息个几天，我还安排她去按摩，她去一次就讲，我说没有用，她说稍微一点，所以我都很感激，有没有？尤其我们从政20几年来，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的。刚开始旅点二从代表做起，我感谢大家，有没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路有没有？我说我在 LINE 里面都在讲，
感谢一直以来听秀支持阿典跟淑宇来看行四号女儿李敏蔚进国会，我都这样子传赖，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年轻人要出来从政。他常跟我讲说，妈妈，因为晚上回去我就常在赖里面有看到他有没有这样，我就想说妈妈，现在我常自我调侃我是身障人士，可是我也很感激调解会给我一个平台。我一三我问资中主席就知道我几乎都是魔幻生，一三五早上九点下午四点我都在那边。大家说哎，你有没有去复健？因为说实在的我舍不得去复健的时间，我就常常讲说我在调解会我还是有没有机会调那个复健，我说走来走去还有跟民众有没有在把我自己所学然后来把民众的困扰有没有来解决，那是我最大的那个有没有一个责任感。所以说资中主席在那边就挑啊，他想说因为现在台面上选举都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很感激他。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有那么多人挑他，真的，尤其我们巨无霸的阿用啊，他是一个老板，年轻的老板冰淇淋，可是只要点歌旅点我们有什么做那个什么活动，他一定都是免费无几时的那个没有来赞助，今天也陪着我们去扫了西区十里，所以很感谢。还有我们一些有没有，我们本来刚刚说请我们团队上来，因为说实在定琦大哥曲龙大哥还有一些吴连志，所以说这些好朋友们我都很感激，尤其自己的姐姐还有我们里面一些志工。刚刚那个阿丸主持人在讲，从以前哦，大家五点多就出去到现在都已经白头发了，可是他们只要四年一次选举一定从不缺席，所以我在讲很感谢这些好朋友们。所以我那边有很多的社团，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的社团，可是他们有没有也是不离不弃的就跟着我们。所以今天敏蔚女儿敏蔚这么勇敢要出来承担，刚刚那个点哥有在讲了，阿点有在讲啊，所以说现在他这么勇敢就差了一里路。因为我出去有没有，现在我他就是有在边缘的，他这样可能刚开始起步比较晚一点，可是大家讲说从一路走来 他就跟我讲，妈妈我选择我自己的路，可是我要让三重市民来认同我，我就一步一脚印走到有没有，我真的看了都不舍。每天都是有没有父女两个有没有都在沙发那边睡，因为舍不得睡，像我也是一样。我今天本来说不要讲，我跟也刚刚有跟去有没有西区十里，我是要跟民众讲说我们都很用心的在三重这块土地我们在服务。从我公公开始，我婆婆96岁了，可是问题是所以我现在常常以拿她以榜样，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像这阵子是几个月来100天以来，真的我现在有背有没有事硬到不行，可是我还是硬撑。每天晚上我还要有没有在赖，我的眼睛现在快不行了。所以可是我就想想说，敏蔚既然这么勇敢要出来参选为地方上服务，所以拜托在座的各位里长，刚刚还有在座各位的阿典淑宇的好朋友们，拜托给敏蔚一个机会，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剩下几个小时了，大家只要回去说不能赖，可是我们可以打电话，一个人打一通电话搞不好有5票10票。我们一个姐姐也是一样，听到有没有敏蔚要选，虽然他们搬离三重在台北市了，可是他们听到敏蔚女儿要选也是有没有回来帮他加油打气，有三重的好朋友。所以拜托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剩下几个小时打一通电话搞不好就敏蔚有那个
一票两票。我们自动主席，我常在调解会这边讲，真的我们要怎么样拿票，就是要靠在座的各位给他机会。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的团队来，那个伟林，伟林呢也是要，都是一些七八年级的学生，可是他们从早五点就陪敏慧到十二点，第二天还是一起要出来，他们就秉持一个少年参政。所以说敏慧有没有，他讲说他们就叫慧姐，他说慧姐这么勇敢要出来，所以他们有没有义不容辞，有些人甚至有没有听到慧慧要出来把自己的工作辞掉，尤其那个副职的旁边不是有可那个很漂亮的小女生，那个鞠躬都九十度，那个他自己有他的事业，以七十高你处呢。可是问题是他知道敏慧要出来，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把工作就摆一边。所以说拜托在座的各位里长，说实在的103里很小，你们只要回去有没有跟大家跟民众讲一下，刚刚点歌有在讲，真的我们年轻人参政跳脱政党，只要给敏慧一次机会，我们最后为什么会有一张那个文宣，就是侯市长他也跟敏慧讲说他是值得有没有栽培的女孩子。所以拜托在座的各位给淑瑜给阿典给敏慧一次机会，拜托拜托，最后真的要拜托大家有没有回去帮忙催票顾票集中选票，大家有没有给敏慧这么勇敢的小女生四号李敏慧一个机会，拜托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电视各位贵宾，我先给大家里长报告，给大家贵宾，给大家乡亲士大报告，咱魏魏即马伫台北连咪高点的关灯的现场因为拄只一个柯文哲市长因关起一边迄边联合造势，所以请大家唔通走咱是毋是即马？我简单来画几句咱大家来除了讲发动选以外，当然咱上重要就是爱集中选票，爱一直催票，一直敲电话我甲大家讲做这代志，你会想讲，这个囡仔就31岁，但是你不要相信不可能，真的，真的，真的，我们三重会翻转，喂喂，一定会当当选，你讲对不对？有，李炳威当选，李炳威当选，李炳威当选，直接我先给点歌，电视落去休困，连咪喂喂高点的广告位，所以请你慢车走，我来邀请咱台湾之光。二虎的天后小杰，这些小杰老师是咱魏魏好姊妹啊，特别来给咱赞助咱大家看一个表演，搁十外分，魏魏的到位啊，来泡泡王爷，谢谢，嘛多谢点歌甲点嫂，谢谢，来小杰老师，来请。
之光小杰老师当然是敏慧的好姐妹，今天来站丑公菜哈。那个大家电视上应该常看到老师有特异功能哦，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拉一下李敏慧动算？李敏慧动算，安利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好的，我们小杰老师当然是带来一个万般的心情哈，来这边希望他的好姐妹哈可以高票当选哈。那第二首歌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民歌的主曲，再次给我们的台湾之光小杰老师掌声鼓励一下，老师请下，谢谢。
掌声鼓励。小杰老师，你有什么话跟你姐妹套说吗？李敏蔚，动算动算再动算，阿你好吗？那我喊敏蔚，你喊你就答动算。敏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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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啦、啊！哦，这个没有临时 Q 的，临时 Q 的。好的，那我们第三首歌，大家等到他回来的同时，要放张惠妹的、哦。换第二首，老师说要换嗨歌，第二首，来张惠妹的歌，大家把手双手借给我们好不好？第二首，对。要不要请老师下来台下演好不好？好、啊。来，可以跟我们台湾之光小杰老师拍照，要拍照了，站在老师的右边哈，请不要忘记。来，双手借给我们，来展现我们时代冲人的热情。谢谢啦！各位乡亲，李敏蔚，我十分钟就到位了。
我的热情，我们是黎明卫来的。掌声是给敏慧的。好的，我们的台湾之光小姐老师今天有准备一首一个主曲要送给我们的沙丁波的查某囝敏慧哦。我的未来不是梦。DJ 老师，哎，怎么没有掌声呢？哎，我们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的沙丁波的查某囝敏慧哈。好，掌声在哪里呢？齐海，齐海，耶、yeah! ！我们现场有电视台直播啊、哦，嘿，哇赞！老师 ，echo。所以有杂音 echo。来，后面的好姐妹，爱你们喽！在那就丢啦，我把气啊摇起来。
谢小杰老师，谢谢各位乡亲，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立法委员李明威上台，谢谢。各位，李明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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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李明威，当选，李明威，当选，李明威，当选。感谢各位，谢谢咱的福禄兄弟，甲微微支持。看胜利点支持李明威，咱即摆来用热烈的掌声邀请咱的立法委员李明威，谢谢。感谢哈，上跳小外阿王叔叔，感谢感谢，谢谢。真的明威咧，嘛是爱甲各位报告，明威为。真正要来参选咱立法委员的这天，迄天开始，我会记迄天甲大家讲的时阵是10月13，10月13开始，明伟就一直认为讲，真的参选无遮简单，啊，毋过参选是一定的，因为亲像我拄仔讲的，明伟一直看袂到咱青壮世代的未来，我嘛看袂到阮三林堡的未来。常常伫咧看伫咧外口讲，唔管咱爸就背景，阮来伫咧三林堡食头路，吼，也是讲来去外口拍拼，看到隔壁的泸州、隔壁的新庄，真正不断的伫咧进步。啊，毋过咱的三林堡咧，因为无伫咧迄个地方，甲大家生活同款伫咧三林堡生活的这个地位，所以无法度来真真正正替咱来做代志。我唔知我爸爸顶下刚刚拄仔有讲过无？其实我参选到即马，我其实大家拢困伫咧碰椅顶悬，因有吼，这是真的。啊，因为真正是惊讲，我有遮侪的团队，大家伫咧甲阮安排行程也好，拜票公园也好，也是讲一挂行程，我真正惊讲家己爬袂起来，所以就困伫咧碰椅顶悬。啊，不过我只是不会后悔，只是觉得说一定要坚持走到最后一刻。刚刚6点多的时候，我们有先演讲过一次，那时候的时间真的太仓促，所以容许我再跟大家报告一次。明威参加立委到现在以来，真的是觉得越战越勇。为什么越战越勇？因为我真正看到咱三林堡上少需要咱改善的所在，甚至讲咱关的专的新北市，甚至讲咱全国真正需要改善的物件。明威伫咧第二项服务九年，不管伫咧劳工的协调案件，也是讲咱地方的小小的会刊也好，甚至讲咱一寡法律的部分，真的太多。其实中央拢定他一样的法规，母法不能变，地方自治很难去自治。所以希望讲大家人甲明威支持，因为明威有实实在在地方九年服务的经验，对地方的市政是很清楚的，甚至我们到国政。在法律的面，我们是可以很有效的解决问题。我们不缺乏发现问题的人，我们缺乏的是面对问题跟解决问题的人。明威就是那个会当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谢谢。李明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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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我内心有多激动，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拜托，激情是一时，但是要理性的思考，到底明天你手中那张支票到底要投给什么人。我们长久以来，谢谢。对，那个我应该是不会哭啦。谢谢，我一定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大家都对不对？对。对啊，伫咧台北市，我伫遐嘛讲，我们为什么要出来选？因为阮的台湾，咱的台湾，长久以来，让蓝绿来去恐吓，让蓝绿来去威胁，一再的讲亡国感，但是真正的咱市民爱面对到的问题是啥？真正有人真替咱来烦恼，替咱来做主吗？
所以基本名位来参算，真的是为了我们地方上好，真的是为了我们站在这个土地上，真的是想要出来为我们走出来。如果不走出来，我实在是不知道，如果再给任何一个候选人，再给他们四年，我们的三重会变得怎么样？再给他们四年，他们还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来服务吗？就算有，也是心而余而力不足。明慧因为少年，因为跟大家同样住三林堡家，因为跟大家同样在家生活，因为在家同样家有我的最最亲戚朋友，所以呢，我们一定会一步一脚印的把我们觉得想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把它完成。但是就差这么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明天。我们要如何来翻转三重，就要从明天开始。明天是个很重要的一天，除了将你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四号名位以外，你还是要把提起你的电话，把你的亲戚朋友把电话打电话，把催票把购票，千万不要认为一个每一张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名位在市场在拜票的时候啊，中间吼，咱的路过的行人这样子，然后店面可能没有碰到，我还是会冲进去。啊，一个阿姨就讲免啦，你已经来两抓免啦，家己人啦。但是呢，明慧林维公，每一双手我们都不可以错过，每一双手我们都一定要握紧，每一次的面对我们都是很诚恳的。希望除了他手中那一票之外，一个也让邓庆改，伊个北部，伊个翁，伊个某公，伊个囝公，我今日伫咧倒位看到咱第四号李明威，真正足辛苦呢，真正足认真呢，真正足骨力的，希望大家给明慧一个机会。我唔敢讲我家己话高，啊，唔过我一定是甲大家徛同一条线的迄个人。我唔敢讲我家己话高，我一定是上认真、上拍拼迄个人。因为我才31岁，我在三重，我还会活得很久很久。我想要我的三重更好，我想要我的家乡更好，我想要我的家人、我的长辈们过得更好的生活，我也想要未来我的小孩子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拼就可以拼得到了。你爸爸妈妈那个年代，70、70年的时候，拼就有糖好吃，拼就放得走，拼就有办法赚钱。但是在这个世代，网络的世代也好，两岸的世代，那个经济的世代也好，很多东西不如我们以往的简单。现在除了要一步一脚印的做，要脚踏实地的做之外，还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来自支撑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来去做学习。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有办法去接收到国外的薪资、国外的资讯，甚至跟国外的国会议员去做一个交流。但是现任的候选人们呢？我们因为大概要，我那天当中看到那个选举公报顶管，不是讲年岁大唔好，只是讲年岁大是不是应该爱让少年人来出头？年岁大是不是爱真正好好的休困，让咱少年的会当替咱的国家拼，替咱的地方拼，安尼才是对的啊！所以真的希望说，再一次呼吁，明天早上一定要将你手中神圣的支票投给第四号的李明威，因为我们在如果站不站出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三重会是怎么样。这不是亡国感，而是一个事实。对哦。所以大哥，我爱投几号？四号。我爱投几号？四号。感谢大家，最感谢感谢。所以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要再多跟大家怎么样催票。恭敬感吼，明慧就做，明慧除了会晓讲，我嘛会晓做。但不过伫咧上尾啊，这个阴暗的部分，真正想讲大家催票，真的是一定要。每一票，每一票，每一票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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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真正拜托，甲爸爸看，甲爸爸支持，甲爸爸看心，甲明慧支持。希望大家会当真正明天要去投票。最后嘛是一个恭，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各位，咱即摆来花节目，李明慧当选，李明慧当选。李明慧当选，李明慧当选，李明慧当选。伫遮，书记阿元要甲大家报告，你会记哩？啊，咱即摆明慧吼，啊，落去甲咱的所有的乡亲时代握手。啊，我要甲大家报告吼，你爱注意，明仔载，
不是只你自己转票，你一定要打电话通知你的亲戚朋友，户口在我们103里里面，要大家踊跃出来转票，转给登记第四号，我给你们保证，不然我们李明伟一定可以顺利当选，好不好？好。来，现在咱来请咱明伟吼，落去甲大家握手好下。啊，明仔载大家一定爱催票，啊，踊跃投票。啊，今日予大家作支持吼。啊，拜托咱乐队老师一点音乐，啊，予咱的乡亲吼，一个一个甲咱明伟来啊握手。感谢立定支持李明伟登记第四号立法委员候选人李明伟。各位乡亲，拜托大家，感谢李义典支持李明伟，拜托拜托，明仔载除了你家己要去登票，一定爱催票、爱购票，咱的亲戚朋友，伫咱沙田埔，大家认真继续甲催票，等下登记第四号李明伟，拜托大家，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较等下，若要转去，会记哩，大家才骑车骑到慢哩吼。啊，明仔载投票会记哩，投票通知单、身份证、囡仔拢爱去查哩吼。啊，支持，为支持李明伟，李明伟，拜托大家，拜托拜托，感谢。各位乡亲，感谢大家永安我家公民来支持阿电啊的查某囝李明伟，拜托大家明仔载关键，明仔载一定要甲登记第四号李明伟送入去国会，拜托大家，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各位乡亲，感恩感谢，多谢恁今日的参与。啊，等下要转去，桥多麦，大家桥到慢哩。啊，明仔载早起八点开始转票，唔通袂记哩。身份证、囡仔、投票通知单爱查哩吼。啊，大家爱催票，敲电话催票，敲电话催票购票，拜托拜托。登记第四号李明伟，李明伟。拜托拜托，大家顺利啊！感谢，谢谢。
爱想计较，心头着自在。人情有冷暖，是有好歹。只有你我友情较久嘛袂打歹。上山落海，打拼斗阵来，甲你做伙，心情上爽快。难得今夜月娘遐可爱，咱通过祝福继续拼将来。啊，最爱的好朋友，有你来斗脚手。困难的问题，伊绝对是拼第一个。啊，这若的好朋友，有你来加油手，亲像一杯芬芳的老酒，嘿，温暖在心肝底。爱想计较，心头着自在。人情有冷暖，是有好歹。只有你我友情较久嘛袂打歹。上山落海，打拼斗阵来，甲你做伙，心情上爽快。遐可爱，咱捧杯祝福，继续拼将来。啊，最爱的好朋友，有你来斗脚手。若是有拄着困难的问题，伊绝对是拼第一个。亲像一杯芬芳的老酒，嘿，温暖在心肝底。啊，最爱的好朋友，有你来斗脚手。若是有拄着困难的问题，伊绝对是拼第一个。亲像一杯芬芳的老酒，嘿，温暖在心肝。